现在组法定人数哦，现在开始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1月23日星期三9:07至12:2614:31至17:21105年11月24日星期四9:06至11:48，地点本院群贤楼801会议室，出席委员中孔照委员等15人，列席委员吴秉睿委员等16人，列席官员卫生福利部部长林昼妍等相关人员，主席吴钊及委员玉琴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部本部公务预算及基金，不含社会及家庭署、国民健康署、中央健康保险署、食品药物管理署、疾病管制署及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案决议。一、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部本部公务预算案审查结果。一、税入部分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第176项，卫生福利部465万元照列第三款规费收入第145项，�卫生福利部原列1亿5062万2千元，增列550万元，含第二目使用规费收入第二节场地设施使用。用费5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亿5612万2千元。本项通过决议二项，请委员酌参。第四款财产收入第196项，卫生福利部原列397万元，增列1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97万元。第五款营业盈余及事业收入第10项，卫生福利部无列数。第七款其他收入第194项。卫生福利部3477万元照列。二、税出部分第20款，卫生福利部主管2103亿6561万7千元。第一项，卫生福利部原列1660亿7665万5千元，除第16目非营业特种基金5亿3603万6千元，系国库增拨国立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作业基金办理新竹生医园区医院新建工程，及增拨医疗药品基金办理热生园区整体发展计划，暂照列是所属非营业特种基金，审议确定后再行调整外，简列第二目科技业务第一节科技发展工作1609万7千元，含委办费500万元，推动卫生福利科技发展与管理100万元，健康生医健康医药生技转移临床推动计划中，配合行政院推动五大创新研发计划之三生技医药研发产业中心750万元，永续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120万元，推动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39万7千元，含大陆地区旅费24000元，国外旅费中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之世界卫生大会或专家及技术性会议73000元。第二节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发展计划600万元，含医卫生命科技研究计划100万元。第三目社会保险业务第一节社会保险行政工作中，长期照顾服务规划250万元。第五目社工及社区发展业务中，推展社区发展之参加两岸基层社区发展业务考察交流37000元。第七目一般行政中基本行政工作维持10万元。第八目医政业务1063万4千元，含医疗业务督导管理中，加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总会团体会员4000元，健全医疗卫生体系100万元，提升医事机构服务品质213万元，含国外旅费83万元，医事人力培育与训练450万元，含业务费中委办费250万元，健全紧急医疗照护网络300万元，含奖补助费200万元。第九目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中，心理健康行政管理之办理心理健康促进精神疾病防治等10000元。第十目护理及健康照护业务150万元，含长照十年计划2.0中奖补助费之补助直辖市及各县市政府办理居家护理服务等50万元，强化护理人力培育与提升专业职能100万元。第十二目
综合规划业务230万元，含政策推展100万元，卫生教育模式之建立与推广30万元。第13目国际卫生业务中，参与多边国际性组织活动之国外旅费50万元，以上科目均自行调整，共计减列39,678,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1,660,3,697,000元。本项通过决议137项，请委员酌参。本项经表决不通过提案一案，请委员酌参。本案由钟孔照委员等提案主张预算全数照列，经举所表决，赞成者6人，反对者3人，赞成者多数。相关预算全数照列。第51案不通过。二、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非营业基金审查结果。一、作业基金医疗药品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303亿3799万元照列；二、业务总支出原列294亿3296万2千元，减列服务费用中印刷装订与广告费5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94亿3246万2千元。三、本期剩余原列9亿0502万8千元，增列50万元，改列为9亿0552万8千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15亿6083万8千元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补办预算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6730万5千元照列。八、通过决议一项，请委员酌参。二、作业基金管制药品制药工厂作业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6亿3019万4千元照列；二、业务总支出原列4亿6812万3千元，减列业务成本与费用4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4亿6412万3千元。三、本期剩余原列1亿6207万1千元，增列400万元，改列为1亿6607万1千元。三、结缴国库净额5000万元照列。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2亿7269万9千元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三项，请委员酌参。三、作业基金全民健康保险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原列6108亿1720万7千元，配合业务总支出减列业务成本与费用中保险成本之呆账300万元，本项应随同减列业务收入中保险收入之收回安全准备3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6108亿1420万7千元。二、业务总支出原列6108亿1720万7千元，减列业务成本与费用中保险成本之呆账300万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6108亿1420万7千元。三、本期剩余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4230万元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二项，请委员酌参。四、作业基金国民年金保险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业务收支部分，一、业务总收入991亿6192万元照列。二、业务总支出991亿6192万元照列。三、本期剩余0元。三、结缴国库净额无列数。四、转投资计划部分无列数。五、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1亿3105万9千元照列。六、国库增拨基金额无列数。七、通过决议事项，请委员酌参。五、
五，特别收入基金卫生福利特别收入基金一业务计划部分，应依据基金来源与用途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基金来源用途及余处部分，依基金来源245亿3748万2000元照列。二，基金用途原列250亿2154万3000元，减列医疗发展基金6751万7000元，含奖励新扩建医疗机构贷款利息补贴计划100万元，提升医疗资源不足地区医疗服务品质计划5307万2000元，健康照护绩效提升计划800万元，含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中捐助补助与奖助500万元，推广病人自主权利立法计划300万元，推动弱势族群医疗照护计划544万5000元，含服务费用中专业服务费之委托专业机构团体办理偏远地区及长照资源在地长照照护人员教育训练计划34万5000元，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项下捐助补助与奖助中，奖励补助长照资源不足地区发展长照资源计划之入住机构是服务设置计划10万元，全民健康保险纾困基金项下补助经济困难者健保费计划中，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之捐助补助与奖助100万元，要害救济基金中要害救济给付计划100万元，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1350万元，含烟害防治计划750万元，含服务费用中印刷装订与广告费100万元，专业服务费中委托专业机构办理烟害防治工作500万元，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中捐助补助与奖助50万元，卫生保健计划600万元，含服务费用中旅运费20万元，印刷装订与广告费150万元及专业服务费100万元，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中捐助补助与奖助100万元，卫生保健工作项下提升妇女健康及母子保健服务中加强少子女化妇女健康照护服务之办理经济弱势生殖健康服务方案100万元，推动国民营养与健康饮食工作含肥胖防治业务30万元，癌症防治工作中扩展推动国家防癌工作之推动主要癌症筛检100万元，疫苗基金项下疫苗接种计划中服务费用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157000元，食品安全保护基金中食品安全保护计划130万元，含服务费用30万元，社会福利基金500万元，含公彩回馈推展社福计划中会费捐助补助分摊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之捐助补助与奖助400万元，长期照顾整体资源精进计划100万元，含服务费用中印刷装订与广告费50万元，长照服务发展基金中长期照顾整体资源精进计划50万元，共计减列8997万4000元，其余均照列，改列为249亿3156万9000元。三、本期短处原列4亿8406万1000元，减列8997万4000元，改列为3亿9408万7000元。三、结缴国库无列数。四、通过决议80项，请委员酌参。三、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部本部公务预算及基金，不含社会及家庭署、国民健康署、中央健康保险署、食品药物管理署、疾病管制署及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案，审查完竣提报院会处理，院会处理前需交党团协商。四、主席宣告未落实本院积极推动之委员会中心主义，本委员会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对口
部会公务及非营业基金均经缜密发言讨论，做成决议过程审慎。原要求本院朝野党团协商时，针对本会审查结果，除明确保留送朝野协商外，原则上均不得再推翻本委员会已通过之增减或冻结之议案，以示尊重委员会之审查。宣读完毕。好，请问在座各位委员对于上次议事录有没有意见？好，没有的话，我们议事录确认了。我们本次会议议程为继续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案、有关社会及家庭署、国民健康署、中央健康保险署、食品药物管理署、疾病管制署及国家中医药研究所案的这个预算处理哦。本案前经提105年11月2日第九届第二会期本会第8次全体委员会议报告及询答已经询答完毕哦。我们今天的这不用介绍了，那个列席官员，请大家参考我们的这个名单哈。那你们那个在沟通的时候，麻烦注意一下音量哦。来，本日审查公务预算案，税入科目以项为处理单位，税出科目以目为处理单位。本会委员如果对这次审查预算案的提案有询问或补充说明的话，我们。以3分钟为原则哦，因为今天有200多个案子哦。那我们提案委员如果不在场的话，先第一轮我们先提案先予保留哈。那全部审查完毕进行第二轮的时候，如果提案的委员仍然不在场的话，我们这个该案就不予处理。没有提案的部分哦，预算就照列。本次审查的增减预算提案，如果已经和委员沟通完成哦，改成这个主决议的，要拜托大家哦，务必就是尽量在中午之前哦，可以提出来哦。那以利这个议事人员来做整理，并审查完竣后一并宣读。今天之后聊得好。现在进行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卫生福利部主管有关社会及家庭署等预算案的审查，请议事人员宣读预算相关科目及提案。那我们宣读的时间哦，大概有要宣读40分钟左右哈。那所以请这各个这个部会相关的部门哦，利用这个宣读的时间，赶快跟这个提案委员来先进行沟通哦。那如果已经有共识的，请这个提案委员或卫福部可以在我们进行该案时直接说明结果，就不用再讨论，以节省我们预算审查的时间哦。中午原则上我们12点半左右休息哈。那我们休息到什么时候，我们等一下再看那个我们进行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开始审查，对不起，我们现在请宣读第一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38,174,800元减列12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38,174,800元减列500万元。第三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业务费1,3878万元减列134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四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食霉性传染病及其病原监测防护网研究计划1,270,900,000元减列270万元冻结2000万元。第五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气候变迁相关传染病对国人健康及防疫影响之评估1,046,900,000元冻结200万元。第六案，委员杨耀等提案气候变迁相关传染病对国人健康及防疫影响之评估业务费626,900,000元减列6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七案，委员杨耀等提案
业务费6195万元，减列16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八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巨量资料与感染相关监测及防治策略之应用计划，875万1000元，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九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防疫业务37亿2922万8000元，冻结1亿元，第十案，委员王玉明等提案，企划及综合业务9844万10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十一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企划及综合业务9844万1000元，冻结2000万元。第十二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委办费930万3000元，减列1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十三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委办费930万3000元，减列100万元。第十四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办理安置防治第六期5年计划，12亿6840万7000元，减列1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十五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简易防疫业务9132万元，冻结2000万元。第十六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办理艾滋防治第六期5年计划，1亿4141万7000元，冻结4000万元。第十七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一般事务费1410万8000元，减列100万元。第十八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疫苗基金补助7亿3121万元，冻结1亿元。第十九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交通及运输设备500万元，全数减列。第二十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二十一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第二十二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审查费11亿8130万3000元，冻结1/2。第二十三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业务费19亿8867万4000元，减列1/10。第二十四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委办费12亿0888万9000元，减列2500万元。第二十四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大陆地区旅费271万6000元，减列50万元。第二十五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7亿1193万7000元，减列2000万元，冻结2000万元。第二十六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7亿1193万7000元，减列2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十七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业务费1亿4075万2000元，减列1156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二十八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委办费8957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二十九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奖补助费35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三十案，委员吴坤玉、陈曼丽等提案，委托研究奈米食品及其包材容器具管理规范192万元，减列92万元。第三十一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药品管理法规科学研究及咨询服务3020万元，减列500万元。第三十二案，委员钟孔照等提案，药品管理法规科学研究及咨询服务302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三十三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化妆品品质管制提升及法规咨询280万元，减列80万元。第三十四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精进我国食品安全科技研究2亿8890万6000元，减列850万元。第三十五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经济我国食品安全科技研究2亿8890万6000元，减列800万元，冻结800万元。三十五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经济我国食品安全科技研究2亿8890万60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三十六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委办费1亿7539万4000元，减列12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三十七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委办费1亿7539万4000元，冻结2000万元。第三十八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办理食品中危害物质及非传统食品原料之安全评估等相关计划，1970万元，减列570万元。第三十九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办理查验登记食品管理精进等相关计划，1300万元，减列300万元。第四十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办理食品标示管理精进等相关计划，1150万元，减列200万元。第四十一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
检验用各项试药耗材、实验动物等及办公用品、期刊工具书等物品，9,952,000元减列100万元。第42案，委员原刘建国等提案，中西药品安全管理精进整合计划23,908,000元减列1,0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43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业务费18,808,000元减列2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44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委办费1,785万元减列1,050万元。第45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委办费1,785万元减列365万元。第46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健康医药生技前瞻发展计划1,3,939,900元减列1,0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47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健康医药生技前瞻发展计划1,3,923,900元减列1,000万元。第48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高阶生技及高值药品管理法规制度及咨询辅导1,100万元减列100万元。第49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检验用各项试药耗材、实验动物等及办公用品、期刊工具书等物品，1,140,200,000元减列200万元。第50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食品安全巨量资料系统建制计划5,778,100元减列2,000万元。还没有算。第51案，委员刘建国、陈曼丽等提案，食品安全巨量资料系统建制计划5,778,100元减列1,0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52案，委员杨耀等提案，食品安全巨量资料系统建制计划5,778,100元减列5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53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食品安全巨量资料系统建制计划5,778,1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54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食品安全巨量资料系统建制计划5,778,100元冻结3,000万元。第55案，委员杨耀等提案，药物滥用资料分析及应用6,894,000元减列11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56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一般行政7,098,600,000元减列1亿元，冻结1亿元。第57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一般行政7,098,600,000元冻结3亿元，不含人事费用。第58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一般行政7,098,600,000元冻结1,000万元。第59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3,927,400元减列1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63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食品业务7,3,408,700元减列2,000万元，冻结3,000万元。第61案，吴玉琴委员吴玉琴等提案，食品业务7,3,408,7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10。第62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食品业务7,3,408,7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62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食品业务7,3,408,700元冻结1亿元。第63案，委员杨耀等提案，食品安全卫生管理业务4,562万元减列144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64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委办费1,0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65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食品边境查验及国内外稽查业务4,1,096,700元减列200万元，冻结1/10。第66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食品边境查验及国内外稽查业务4,1,096,700元冻结1/5。第67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食品边境查验及国内外稽查业务4,1,096,700元冻结5,000万元。第68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食品边境查验及国内外稽查业务4,1,096,700元冻结2,000万元。第69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委办费3,2324,400元减列1,400万元。第69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委办费3,2324,400元冻结1/10。第70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边境输入食品及相关产品之卫生安全品质委托检验计划1,6592,100元冻结1/10。第71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国外旅费413,100元减列200万元。第72案，委员杨耀等提案，食品资讯业务368,900元减列6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73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食安网络计划2,3873,600元全数减列。
第七十四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食安网络计划2亿3873万6000元减列5000万元冻结5000万元。第七十五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食安网络计划2亿3873万6000元减列5000万元。第七十五之一案委员洪思庸等提案食安网络计划2亿3873万6000元减列1000万元。第七十六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食安网络计划2亿3873万6000元减列8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七十七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食安网络计划2亿3873万6000元冻结1亿元。第七十八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业务费2亿1304万8000元减列56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七十九案委员陈怡明、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委办费1亿4987万1000元冻结200万元。第八十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为民服务专线委外计划1020万元减列30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八十一案委员吴坤玉、陈曼丽等提案办理食品添加物依据国人膳食习惯所为之评估计划250万元减列150万元。第八十二案委员吴坤玉、陈曼丽等提案办理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限量及规格标准之评估计划350万元减列150万元。第八十三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机械设备费1666万元减列160万元。第八十四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委办经费3亿0756万元减列20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八十五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临时人员酬金2亿4093万9000元减列1/2，其余冻结1/5。第八十六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药妆企划管理业务1206万2000元冻结500万元。第八十七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委办费8600万5000元减列46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八十八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医疗器材及化妆品管理业务1亿5766万2000元减列1000万元，其余冻结500万元，含委办计划深化医疗器材管理法规政策共识350万元。第八十九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委办费6420万元减列4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九十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委办费6420万元减列1160万元。第九十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参加亚洲医疗器材国际法规调和会议等2项，46万元减列16万元。第九十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药妆安全风险管理业务1亿2190万8000元减列10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九十三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药妆安全风险管理业务1亿2190万8000元冻结5000万元。第九十四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办理药品、医疗器材等查验登记相关工厂制造品质审核及实地查核业务1亿1879万5000元减列5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九十五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办理药品、医疗器材等查验登记相关工厂制造品质审核及实地查核业务1亿1879万5000元冻结3000万元。第九十六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精进药物全生命周期管理计划1亿4300万元减列3000万元。第九七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精进药物全生命周期管理计划1亿4300万元减列2000万元。第九十八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经济药物全生命周期管理计划1亿4300万元冻结2500万元。第九十九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委办费8740万5000元减列350万元。第一百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一百之一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第一百之二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第101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一般赔偿收入2502万7000元增列2000万元。第102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国外旅费144万4000元冻结50万元。第103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2亿1615万5000元减列2000万元冻结3000万元。第104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2亿1615万5000元减列2000万元。第105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2亿1615万5000元减列12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于冻结
1亿2000万元。第106案委员杨耀等提案，永续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3389万3000元，减列3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与冻结200万元。第107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永续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3389万3000元，减列3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107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永续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3389万3000元，减列300万元。第108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永续提供高品质医疗服务3389万3000元，冻结500万元。第109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业务费3117万3000元，减列45万元。第110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家庭医师整合性照护计划之研究90万元，全数冻结。111之一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社会保险与电子化健康826万2000元，减列20万元。第111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社会保险与健康化健康与电子化健康826万2000元，减列16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12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医疗云推动云端健康资料运用模式4200万元，减列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与冻结500万元。第112之一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医疗云推动云端健康资料运用模式4200万元，减列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13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健康智慧行动药生计划1亿3200万元，减列12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与冻结2000万元。第113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健康智慧行动药生计划1亿3200万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113之二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健康智慧行动药生计划1亿3200万元，减列40万元。第114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健康智慧行动药生计划1亿3200万元，冻结1/4。第115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委办费6404万3000元，冻结1/10。第116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一般行政298720万5000元，减列1000万元。第117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一般行政298720万5000元，冻结2378万1000元。第118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7722万1000元，减列5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与冻结500万元。第118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7722万1000元，减列200万元。第119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健保业务228131万9000元，减列1500万元，冻结1500万元。第119之一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健保业务228131万9000元，冻结1/5。第120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承保业务14亿2711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121案委员陈莹等提案，医务管理业务742万9000元，冻结300万元。第122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医审及药材业务1亿239万6000元，冻结1000万元。第123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通讯费2415万2000元，冻结415万2000元。第124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企划业务2653万6000元，减列六百万元，科目自行调整与冻结400万元。第124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企划业务2653万6000元，减列500万元。第125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一般事务费1883万5000元，减列550万元。第126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媒体通路宣导1100万元，冻结550万元。第127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台湾健保专题会议341000元，减列17万元。第128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分区业务组业务4亿9544万4000元，减列1亿元。第129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费213万9000元，减列107万元。第130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第131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132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第一百
133、134案为委员刘建国等提案，第135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委外人力费用1214万元减列270万元，第136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科技发展工作2亿8372万2千元减列116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36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委办费2亿0906万8千元减列200万元，第137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全人健康促进科技政策研究1亿3401万2千元冻结1/10，第138案委员梁耀等提案委办费9405万2千元减列10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39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委办费9405万2千元减列1000万元，余冻结400万元，第140案委员陈怡明、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委办费9405万2千元冻结900万元，第141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委托研究国民营养健康状况变迁调查3800万元减列300万元冻结800万元，第142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委托办理卫生保健电话调查计划1000万元减列5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143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一般事务费8494000元减列66万1千元，第144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活药老化研究及决策资源系统7054万8千元减列1000万元，第145案委员林淑芬等提案活药老化研究及决策资源系统7054万8千元冻结3000万元，第146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业务费6690万6千元减列50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147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委办费5548万6千元减列105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48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委办费5548万6千元减列500万元，余冻结200万元，第149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委办费5548万6千元冻结500万元，第150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委办费5548万6千元冻结55万5千元，第151案委员文坤义等提案委托办理研拟高龄饮食营养健康促进方案345万元减列170万元，第152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一般事务费817万4千元减列165万3千元，第153案委员黄秀芳等提案高龄健康饮食及营养监测分析研究1800万元减列1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154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高龄健康饮食及营养监测分析研究1800万元冻结200万元，第155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委托研究针对不同营养状态饮食形态研发适合老年人之饮食指引等195万元全数减列，第156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委托研究老年人营养状态及饮食形态与各种老年症候群相关研究195万元减列95万元，第156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委办费179万元全数减列，第157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保健云计划600万元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58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建构智慧生活圈5331万9千元减列1/10，第158之一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建构智慧生活圈5331万9千元减列500万元冻结2300万元，第159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建构智慧生活圈5331万9千元减列156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60案委员钟宏照等提案建构智慧生活圈等5331万9千元减列141万9千元，其余冻结1/10。第161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建构智慧生活圈5331万9千元冻结500万元。第162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委办费3639万减列300万元，其余冻结100万元。第163案委员吴玉琴等提案一般行政3亿1670万元冻结1/10。第161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业务费4339万9千元减列13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65案委员吴坤玉等提案国民健康业务19亿0789万4千元减列1亿9078万9千元冻结10亿元。第166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一般事务费150
8万元，减列23万1000元。第167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儿童及青少年保健266万6千元，减列100万元。第168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成年及中老年保健845万5千元，减列50万元。第169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业务费839万2千元，冻结400万元。第170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一般事务费75万元，减列16万5千元。第177案委员杨耀等提案。第172案委员钟宏照等提案，社会及家庭署282亿578万5千元，冻结1000万元。第173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强化全国身心障碍福利资讯整合平台功能计划，1047万5千元，减列100万元，冻结300万元。第174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强化全国身心障碍福利资讯整合平台功能计划，1047万5千元，冻结1/2。第175万委员杨耀等提案，社会福利科技发展前瞻规划与绩效管理545万2千元，减列10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76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社会福利科技发展前瞻规划与绩效管理545万2千元，减列45万2千元，冻结100万元。第177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社会福利科技发展前瞻规划与绩效管理545万2千元，全数冻结。第178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社会福利科技发展前瞻规划与绩效管理545万2千元，冻结1/2。第179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福利服务行动要生计划1000万元，冻结1/2。第180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辅具辅助补助方式多元化与相关资源整合实施计划486万9千元，减列86万9千元，冻结100万元。第181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辅具补助方式多元化与相关资源整合实施计划486万9千元，冻结1/2。第182案委员杨耀等提案，健康福利1.通984万8千元，减列1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183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健康福利1.通984万8千元，减列84万8千元，冻结300万元。第184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健康福利1.通984万8千元，冻结1/2。第185万委员陈英等提案，社会福利服务业务229亿8333万元，冻结10亿元。第186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推展老人福利服务87亿1771万9千元，减列10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187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推展老人福利服务87亿1771万9千元，冻结5000万元。第188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推展老人福利服务87亿1771万9千元，冻结1000万元。第189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推展老人福利服务87亿1777万9千元，冻结1000万元。第190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业务费2432万6千元，减列280万元。第197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奖补助费86亿9066万6千元，减列320万元，冻结1000万元。第190案委员陈一鸣、李燕秀、蒋万安等提案，奖补助费86亿9066万6千元，冻结5亿元。第193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协助长照十年计划2.0办理滚动调查及相关资讯收集280万，减列100万。第194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赴美考察整合社区居家及机构式照护服务计划86000元，全数减列。第195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办理居家服务方案58亿6632万2千元，减列600万元。第195之1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办理家庭托顾服务方案1亿0886万8千元，冻结1/5。第195之案委员洪慈庸等提案，办理社区照顾关怀据点4亿0320万元，冻结1/10。第196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业务费6845万7千元，减列200万元。第197案委员李燕秀等提案，办理身心障碍者福利服务相关业务1251万1千元，减列251万1千元。第198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办理身心障碍者福利服务相关业务等1251万1千元，全数冻结。
第199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奖补助费32亿1290万5千元，冻结5000万元。第200案，委员王玉明等提案推展儿童及少年福利服务71亿7080万5千元，减列300万元，冻结3000万元。第201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推展儿童及少年福利服务71亿7080万5千元，冻结200万元。第202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奖补助费71亿6110万2千元，冻结5亿元。第203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考察儿童权利公约落实情形与育儿措施及服务56000元，全数减列。第204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推展家庭支持服务23亿1855万9千元，冻结200万元。第205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推展家庭支持服务23亿1855万9千元，冻结200万元。第206案，委员王玉明等提案业务费17256000元，减列200万元，冻结500万元。第207案，委员蒋万安等提案业务费17256000元，冻结2109000元。第208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依据《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设立收养资讯中心所需委托办理业务费190万元，减列90万元。第209案，委员王玉敏等提案奖补助费23亿0130万3千元，减列500万元，冻结5000万元。第210案，委员陈一鸣、李彦秀、蒋万安等提案奖补助费23亿0130万3千元，冻结2亿元。第211案，委员钟孔照等提案建构托育管理制度实施计划19亿4456万9千元，冻结1/10。第212案，委员陈曼丽等提案。第213案、214案，委员刘建国等提案。第214案之一，委员洪慈庸等提案。第125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业务费6743万7千元，减列112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216案，委员杨耀等提案业务费700万2千元，减列90万元，科目自行调整。第217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中医药辅助治疗之实证研究760万元，全数冻结。第218案，委员林静怡等提案中药养护植栽310万7千元，全数冻结。第219案，委员李彦秀等提案一般事务费187万1千元，减列80万元。宣读完毕。我们在审查之前，我有几件事情宣告，请各位委员注意听一下哦。我们劳动部礼拜三、礼拜四要审劳动部的这个预算。那希望如果你们今天还有案子要补交的话，如果要补一些案子的话，我们希望在今天下午5点之前哦，赶快交出来哦。那我们之后就不再收了哈。我在这边宣告，因为我还是要讲一下，大家可能不知道医师人员有多辛苦哦，他们每天要加班超过10点哦。我想我们这边是卫环委员会，应该也要注意一下各位工作人员官员医师人员的这个工作时间哈。那另外哈，我要再提醒一下，我们预算的审查哦是立法委员的职权哦。那如果委员不在场，是助理在的话，我希望就是你们至少跟这个委员有沟通好，请这个跟助理确认没有关系。但是原则上，我想助理不要参与这个审查哈。你们就在从旁协助，但是我想我要很坚持这一点哈，大家不要坏了规矩。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审查哈。这个第一案、第二案哈是一样的哈，我们还好，我们从那个疾管疾病管制署开始。第一案、第二案我们就两个案子是一样的，我们就是那个科技发展工作哈，我们有杨耀委员跟刘建国委员的提案。那
这两个案子我们就并案处理哈。那请问行政机关这个有没有沟通过了吗？有，那个报告委员哈，那报告主席哈，那委员同意说，杨委员同意减列100万，然后刘建国委员同意减列50万，那科目自行调整。两个合并，那两个合并，两个合并起来的时候就100万。刚刚杨耀委员是不是要一起？第四案跟第五案是要一起吗？跟委员一起报告一下，就是说哈，我们跟三位委员哈，杨委员、刘委员以及陈委员都有报告过哈。那一到五案都是科技发展工作计划，那并案哈，总共3减200万，然后科目自行调整。总共。一到五总共3减200万。一到五总共3减200。是。那你刚刚讲，那李委员那边也 OK 的吗？都有报告过，都有报告过。嘿，那陈委员还有后要過？等一下，好，那因为刘委员还没到哦。我们先。好，陈委员，请说。我们以三分钟，好，三分钟，来。是那个署长嘛，哈。是那个最近不是台北内湖那个登革热又出来了，能稍微解释一下？南部也有疫情啊，我们小港、高雄小港那边登革热 case 也变多。好，所以现在是暖冬还是怎么回事？然后现在每年好像境外的案例都300多例。你们对境外的这一块怎么做？我觉得在你们的计划书上面，是境外管控这些登革热的病例，你们到底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要做比较清楚的说明了，好不好？是哈、那跟委员报告一下。那境外的，尤其是内湖这次的这个案子，已经是变成群聚的感染了嘛，是，对不对？好，跟委员报告一下，境外的话，在出境之前的话，我们透过旅行社哈、来这个旅行社导游来跟这些的出国的民众来教育。那入境的时候呢，那我们有在机场有发烧筛检。好、那如果有的，那这些 case 是所有的那个登革病毒的那个序列都会上网吗？我们没有办法每个都做哈。但是如果有散播的，有可能有散播的这几个的话，我们会做基因序列的比对。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了哈，你们跟农委会哈都有个问题，好，之前我们陈建仁副总统他还没上任之前也讲，就是之前是狂犬病的问题，现在是登革热的问题，就是你们的境外的或者是境内的哈国内的这些病例呢有。登革热病毒基因序列定序之后，就应该要立即上网，好不好？好，不要那个，还有那种研究人员有那种心态是要等 paper 发表才愿意上网。我觉得这个是此风不可长。好，他不要忘记了他的 mission， 他的任务就是要做疾病的侦测嘛。国内的这个，若每年有300多例的登革热的境外移入的病例，它是属于哪个亚型？那基因序是什么？这个都应该马上上网，好不好？这才能够让我们追踪说到底国内 outbreak 是从可能从哪里来的，而不是说每次问这种问题，就说研究人说要文章发表才愿意，才就像这次在台北的这个已经内湖的这个 outbreak 夫妻的感染，邻居隔壁的距离大概。50公尺范围内的，对不对？也有一个 outbreak， 所以造成一个已经群聚的一个 cluster。那像这种状况，是第一型的，对不对？对。可是你序列并没有公布啊。现在还在比。要公布，你必须公布，我们才知道说这是 endemic， 到底是从南部上来的，因为2013年也是第一型的嘛，2014年、2015年主要是第二型的嘛，好不好？所以这个东西。必须啊，就2014第一型，2015延续到今年是第二型的。那到底内湖的这个是不是2014的，还是说是国外进来的？这个都必须要搞清楚。好，你们拿那么多的钱，你们做的 data 一定要上网，好不好？资讯一定要透明，这我本席的要求了，好不好？这是应该的。好，我们尽快。那减三的话就是可以减下来了哈。好，50万，我是 好像是。这方面我来加速这里面的时程。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是要减，好，减50。这个案子吗？
那个没关系，那个我请教一下那个第三案，嘿，因为杨耀委员他有，他在那边，哎，是要减一百还是要并减？对，因为他们是一到五说要。一到五总共减列200万，对对对，但是那个委员有没有特别指定的项目？好，谢谢。自行调整哈，那个刘委员还没有到，刘委员的助刘，他要保留吗？不用，不用哈。我是那个第四跟第五各50啦，所以如果各50万，好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合并起来总共200万？可以，没有问题，谢谢。好。这样大家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是第一案到第五案，第五案，第四案减五十，第五案减五十，然后一到五案总共全部并案减200。对，刚刚委员有特别指定了第四案跟第五案各减50，那你们总的一到五200，所以剩下还有100，就是到那个。一到三，对对，嘿，好，这样，那我们继续哈。来第六案，杨耀委员的提案哈。是，那这行政部门有没有意见？哎，这个部分的话，谢谢委员，好，谢谢委员同意，那我们改为主决议。好，第六案改主决议，那文字的部分还没哈，好，那待会我们再回头来处理第六案。来第七案也是杨耀委员、欸。第七案的部分是减列60万，那科目自行调整。杨耀委员有没有问题？好，减列60万哈，科目自行调整。来第八案。第八案的话，谢谢委员同意哈，我们减列30万，那科目也是自行调整。好，杨委员好确认哈，来减列30。来第九案。第九案的部分谢谢委员同意。委员。改变生变哈，好，那个主席还有部长哈，还有我不知道人事处长出来了没？因为我们有特别叫人事处长过来。人事处长，我本席就动了，在讨论这个议题有关人力的部分，我就动了两个部分哈。结果刚那个我们钟宏照委员对社家署也在动哈。那这里在看到的是一个局管署啊，局管署这边呢，你的劳动派遣人力是131人。然后临时人员4人，然后又用了60个所谓的研发替代役哈，我帮你估算过哈，你大概这些所谓的比较临时性的人员大概是195人哈，大概占你总人数的21.35%了哈。那另外不止你哦，另外是那个食药署，食药署也是蛮夸张的哈，食药署劳动派遣人力呢106人哈，那还有临时人力是205人。好，总这两项加起来就311人，占你整个总人力679人里面45.8%。好，那刚刚又看了社家署，社家署其实编制是118，好，用了31个人力，哦，也是临时所谓的，不晓得用，反正用临时人力或是所谓的劳动派遣人力，占了26%。好，那个是中委员刚帮忙估的。你们卫福部这样的用法，尤其是派遣劳动派遣这件事，我相信是我们这几年非常关注的，对于我们的劳工权益的保障非常非常的不利哈，所以我们其实非常反对你们用劳动派遣人力哈。可是这几年可能是因为人事总处整个人力的管控，然后你们不得，因为业务也没减少，所以你们就不得不这样用。那我就很想问说，我们的卫福部都没有去争取相关的人力吗？尤其像最近的食安问题，这么的压力那么大，还有局管署也是，连台北那个登革热都沦陷了，我都不知道到底这个这么多防疫关系到人民健康跟安全的问题，那你的人力可以都用临时人力？或是派遣人力，这是觉得我不能那么能接受。本来是已经被说服说要改成主决议哈，可是我觉得这件事，说真的，我们不是帮你们讲话，而是帮整个国民讲话哈。你们这么重要的部门，然后包括疾管署、这个食药署、社家署都是很重要的部门，可是你们都用派遣人力，这个实在是非常让我们觉得不能接受了哈。所以才会觉得这一件事本来改成主决议，我都还想要再动。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是希望能够，人事处在吗？
我能不能回答一下为什么人力派遣的这么严重？这个人力派遣的部分哈，其实行政院它其实有在总量控制，而且这几年也逐年在降低了。原来整个卫福部所属是1000多个、嗯，现在我们大概降到900多个了，我们也在下降，还是很多啊。可是因为卫福部的这个业务其实量是还蛮庞杂的，对，这些大概都是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啦，因为主力要核心业务还是会编制内资源来做，对。那有没有跟人事总处那边去讨论的是怎么增加你的因为业务的需要增加人数而降低这些所谓的这个临时的人力或是派遣人力？现在总处他的策略哦，就说他编制人力，希望原则上就是做的是核心的业务，那比较辅助性的业务，因为他觉得这个人力就是说员额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希望这个辅助性的业务，比如说资料的一些协助整理、收集各方面的辅助性业务，他会希望我们用派遣的人力来。可是从我过去了解哦，比如说我比较熟悉是老人领域，我们以前的老人之家，或是我过去在退伍会了解的那个照顾服务员，都是派遣嘞。那派遣的人力其实碰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外包之后，外包人员又拨了一层这些照顾人员的薪水，所以那些照顾人员赚的钱很少哎。好，我不知道你们这边的外派那个派遣人力是怎么样给薪水的哈。可是从我过去在看这个老人养护机构的这个派遣人力，他们都是在被拨一层哎。好，那所以其实他们的劳动条件非常非常差我不知道你这边当然因为是部里面直接去聘请的，不晓得有没有再拨一层啦哈。可是以派遣应该中间还有一层的管理费用。好，你们逃避了雇主的角色，然后让这些派遣公司赚了行政费用。那他们又这些人就是被拨一层。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给这个派遣人员的薪水，我们会定在契约上面。那这个管理费部分是额外去支付，不会在他们薪水里面去扣，对。嗯，我们会定他们薪水该给多少，我们有明确的规范。那包括说他们要提的劳健保各方面的那个费用，我们也会一并在这个预算上去反映。是，那我可不可以来下一个决议，就是我请卫福部跟我们行政院人事总处好好讨论，怎么样减少整个，或是说劳动派遣人力怎么样逐步减少，要给我们时间表。不能这样无限制的使用这种派遣人力，对劳动者也是不公平的，可以做得到吗？跟委员报告，其实我们有在逐年在减了，本来多慢多快多慢啊？这两年其实已经减了大概200-300个人了，减少200-300个。对对对对。那你的员额有增加吗？正式员额有增加吗？正式员额有一些有着增嘛？业务越来越重哎，主管的国际性的。这个感控，然后再来是食安都越来越重，然后社会福利也是越来越重。疾管没有增加啦，最近倒是有增加长照的人力。长照人力，对对对，长照人力它增加我们食药署的业务，难道不需要增加吗？边境管理难道不需要增加吗？食药署的部分我们再来争取。好，你们真的缺工，应该说缺员额缺很多了哈，所以应该是我们。立法院这边是支持你们在做一些人力的调整，然后不要一直用派遣人力。待会中统召委员应该还会上来再轰一次，因为我们对派遣人力是非常的反对，因为尤其政府带头做这种事情真的是很不好。好，好，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动。好，等一下再统一那个来做冻结。你是哪个？你是哪个部门？哪个单位的？这是疾管署。不是不是，人事我是人事处处长。哦，因为这边没有，因为我特别上面请他们。对对，刚刚特别。因为有关人事的部分，请他交代我要过来这边。好，谢谢。所以还是动起。好，那我们是不是先保留？我们这个案先保留哈，来，第十案跟第十一案是一样。好，我们来。是，那跟主席报告哈。那第十案的时候，那谢谢王委员已经同意改为主决议。那第十一到第十四案的话，那也跟四位委员，陈委员、杨委员、刘委员以及黄委员哈，还有第十七案哈，跟李委员也都好沟通过。那这五个案子哈，因为都是属于防疫业务，那所以说这十五个案子总共并案核三30万，那科目自行调整。那个刘委员不在，我能不能好，请陈委员问一下，你们这个
就是委办计划的这些嘛，对不对？是。好，你的那个计划内容里面有一项是专门讲的是第五号疾病监测及调查，可是你们不是防疫师都那个什么那个 Sentinel Surveillance 不是都已经不做了吗？不是，因为有些的部分的话，对不对，我们还是必须要委办。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嘛，你们是不是把 Sentinel Surveillance 那个定义？定义的那个监测系统、哦、定义的部分现在先停起来，在前几年的时候停起来了。对啊，那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已经停掉的东西你这边又写进来呢，对不对？疾病监测调查定义的东西都没有了嘛、哦、是跟委员报告的话，可是定义是很重要嘛，是，对不对？那你们当初这错误的政策，当初在 H1N1 在尤其登革热的时候，定义调查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把它停掉。是跟委员报告一下，对不对？我们会列进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明年是希望海港能够逐步的再把它这个重新启动，是应该要启动了，好不好？不要忘记了，其实定医没有，其实的定点医师他在整个的防疫上面，对，他是扮演第一线的角度了，不是说你因为有 database 的，你觉得好像 real time， 拜托了 ，database 你要经过那个 reporting system， 又要经过健保去抓资料，都是半年前的资料了。当然定义是非常重要的，那你那时候停掉，你当然有把它恢复嘛，你恢复，你答应恢复，我就不砍你的钱。是没有错，我们现在已经在做这准备工作，好不好？好，好，那就少砍一点了。好，30万，好，还塞哦，啥子班呐？总共病三三十万啊，谢谢。对对对，总共病三，对、啊，让我们做事情。好，谢谢。好，那我们第十案哦，改主决议。那11到17案，我们合并就是简列三十、哦。跟委员、跟主席报告一下，11、12、13、14，好，以及第17案，好，那病三三十万，那科目好自行调整。所以16呢？15会改为主决议啦、okay. 好，所以第十案跟第十五案是改主决议，对，其余11、12、13、14还有17，还有17就是并案三三十万，科目自行调整。16没有关系吗？16案的部分呢？16案的话，那个谢谢委员同意哈，我们改动100万，那文字酌修。好，所以这边有第16案冻结100万，嘿，文字酌修，嘿，文字酌修，修在你们那个提案的文字已经送好，会送的，嘿 ，OK。好，各位委员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进行第18案。那跟委员报告一下，第15案也是改为主决议哈、啊，嘿，刚才好像没有有提到的吗？哦，我漏掉，抱歉，抱歉。那第十八案的部分的话，也谢谢蒋委员同意哈，也是改动100万，文字酌修。蒋委员那边确认哈，好，第十八案冻结100，第19案。第19案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哈，那全数简列。好，第19案全数简列。是。全好没有意见哈，好来第20案。我们遵照办理。好，第20案，吴玉琴委员的提案，主决议遵照办理哦。第21案也是遵照委员的意见办理。那第21案也通过遵照办理。来，我们接下来除，来吴委员。我们动下来是200万吗？动200。酌修，好，那我这边再动100，就是动300，总数动300，这一项下，可以吗？再加100嘛，嘿，动300，没有第9案就是全数嘛，因为我这个是大项嘛，嘿，等一下我再加100，嘿，好，这样可以吗？这样对吗？哈，那这样变成1到9，因为我这是大项，第九案动300就等于总数。对，第哎，动300啊，不是总数，因为后面我是大项，下面已经动200了，我再加100就是300 ，OK， 所以总数是300没错，下面已经动100、200，合计是300，嘿，我实际动100而已，嘿，好。
那个第九案哈，第九案总数动的是300万。对，好，那对这个案子是动300，那其他刚刚西向已经都讲过了。是，对啊，含，对啊，含前面含在里，有含在里面了。第九案、11案、12、13、14、17，合并冻结300万。九十六十八，总共冻结300万。好，再加16、18案。9、16、18，三个案子。16、18，嘿，三个案子总共冻结300万。9、16、18，总共冻结300。那个焦伟，对不起，因为机关署，我刚才我是有跟他谈好哦。那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他们，因为现在内湖台北市内湖区在我的选区，第几案？我的是17，17跟预算没有关系，但是因为现在正在发生哦，但现在内湖区公所也在处理，我知道署长也亲自到了现场，但是现在台北市内湖区群聚的地方，它是一个国宅，是哦，所以它人跟人的密度还有年纪偏高，年龄层偏高，所以我也再一次提醒哦，这个后续我担心的是会持续的扩大哦。那当然，你们这几天，当然你们不断的去做消毒，民众也是有一点反弹了、啊、哦。那我觉得不仅是消毒而已，因为那个地方还靠山边，所以相关的有可能积水的地方，这几天也有可能开始下雨，所以可能你们要配合整个防疫的工作，不只是消毒，后续的处理可能要更严谨一点哦。那我觉得有可能会扩大那个。那个地区大概就是全台北市国宅最大的一个量的地区，所以我再一次提醒署长，那事实的有一些资讯要让我知道一下，好不好？拜托您，谢谢。我们谢谢委员，那我还会再去。嘿，好，我们现在接下来处理食药署，食药署的部分哦。22案刘委员还没到，我们先保留。23案。黄秀芳委员的提案有没有补充？23案提主决议，好，23案改主决议，那内容都没有问题了，是已经签了。OK， 来23案改主决议哦，来第24案，24案是邱委员的，董委员吴玉琴委员的，对对对，动五百，是，谢谢，好，就是改。冻结500万，是。来24-1案，洪慈庸委员的24-1，洪慈庸委员的提案。350，好，减列50，都没有意见哈。那来我们第自行调整科目自行调，减列50，科目自行调整。对，我们第25案。跟26案是黄秀芳委员跟杨耀委员的提案，我们这两个案子并案处理哦。都合并3-200万，科目自行调整，是。好，这两个案子合并3-200，科目自行调整。来第27案，杨耀委员改组决议，谢谢。27案改组决议，公话还没来哈。好，第27案改组决议。第28案，陈怡明委员、李彦秀委员还有蒋万安委员的提案，改委员，请问保留好了。还28案有没有意见？陈委员要讲吗？我觉得你们那个提供的资料非常的不足哦，因为其实这个要做这个TFDA， 你们要做这些委办案，好、哦，有这么多的这个法规的审查跟这些资料，但是你们提供，我们要请你们提供的资料，你们回复的真的是不够完整，好不好？就只有2页而已。我们可以再补充，好不好？你们这整个的经费8957万嘛。对不对？是是。那我们只是觉得说，你这真的是有宽裂了，比之前105的比较起来，有很多的计划都是一样的，每年都在做一样的东西。好，那你如果说
要提升什么什么标准，要打什么东西，你必须要告诉我你的目标 specific aim， 你达到了什么东西？有些计划总是做出来了，你就应该要有结果嘛，对不对？好，所以然后你们今天刚刚给我的资料就是两页而已，那个我看不出来到底有增加了什么东西，好不好？是是，所以这个部分委员我们再补充给你，好不好？好，你必须再补充更多的资料了，所以是不是还是先冻结？好，哎，谢谢。冻结多少？不要，就是一千万呐、啊，好不好？就是一千万呐、啊，你们 TFDA， 我告诉你啦，后面还有更大条的啦。我们是就是问你那个简单的问题，那个到底进口辅导的那个核灾的食品稻米有没有在里面，都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农委会也是说要问你们，卫福部也说要问你们。你们再利用一点时间跟陈委员沟通一下，是好，好不好？谢谢。我们二十八案先保留。啊，你们的技师问你们就简单问题说，稻米要不要进口核导辅灾食品，也讲不清楚，说不明白，这个大家都很担心啊。对不对？是，我们一定会确定。他二十九案也是陈委员的。第二十九案，动五十。你们这个沟通好了吗？二十九案的部分，对，也是动五十。你这样好不好？要不要答应？要不要先继续协调？你们继续沟通一下，好不好？先保留二八二九，先保留哈。保留。第三十案吴坤玉委员跟陈曼丽委员的提案哦，392，简列90有简列，这个沟通过了、哦，是好。第三十案简列92万，来第31跟32案我们并案处理哦。那个吴坤玉委员跟钟孔绍委员，改组决议，好。同意了哈，同意了。好，我们31跟32案改组决议，来第33案吴坤玉委员，也是改组决议。是，谢谢。好，第34到35之1，34改组决议了哈。是。那另外35跟35之1合并三减200万。都沟通过了哈，对，好，35跟35之1，那个35呢，再动300，第35案冻结300万，对，然后35跟35之1合并，还有3200跟2526，合并3200，合并3减200，科目自行调整，科目自行调整。等一下，为什么要到合并二五？因为是同一个科目下面的，跟2526是同一个大科目底下的。没有，我们等一下，这个委员要请教一下提案委员有没有同意？那个，请问一下，那个吴坤玉委员跟洪慈庸委员，有合并。合并3200万，对，不是，我们这边像35跟35之1有没有要跟前面的案子，前面第25、26案合并减200，这个下面的这个科目不同哦，你们要这样减吗？大象并小象，好。你们两位同意是不是？好，那个。等一下，不好意思哦，那个35跟35之1，吴坤玉委员跟洪慈庸委员再请教一下，所以就是跟前面的案子合并，跟前面的那个科技发展的这个项目合并冻结，合并3200，合并3200冻300，然后冻结300，冻结300就是
后面35按动300。谢谢。好，这样清楚了哈。好。对，35跟35之一动300，然后简列200部分是跟前面的科技发展工作25、26案的并在一起简列。是合并。好，这样清楚了哈。好，来第36跟37案哈，我们也是并案处理。请问杨耀委员、还有陈一鸣委员、李彦秀跟蒋万安委员，这边有没有其他来更新的部门有什么意见？杨委员同意改那个36，杨委员同意改主决议。好，那个文字赶快上来哈。好，谢谢。还有37，来陈委员，你是不是可以先把你们的这个科技的这个你们要委办的计划的那些细项给我好吗？我都看不到。那你们列了一个2135万要做机改的东西。首先我问一下我们署长，你对机改食品的态度是什么？在食安法里头呢，在103年修法之后，机改食品在我们国内都可以申请的。对，只要上市之前都要。国内现在有几个案子跟你申请？现在申请的有黄豆、玉米、棉花。国内自己的，我不是讲国外的哦。国内种植的，国内种植的还没有。对呀、啊，还没有核准过，一个案子都没有核准过，人家对岸都要核准我们的了。中兴大学的副校长，他一个就是机改的目光，人家对岸的那个 CFDA 都要核准他了，我们到这边还在延宕，还在审查。是他刚送进来审查。对呀、啊，所以我才问你嘛，你们 TFDA 到底对于机改食品的态度是什么？通过审查就可以。不能够用这种。机改就是要经过安全性评估嘛，那要经过查验。我当然知道啊，我当然知道这些东西啊。经过一些程序，你们委托的，我们准了之后就可以上市。太笼统了啦。好，署长，你对机改食品，你是不是应该要用比较科学的态度来看待？是不是？是你不要被那些那个奇奇怪怪的影片又去那个误导嘛。好不好？好、哦，所以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听听我们的公听会专家的意见嘛，几个众议院的院士于淑美院士，好、哦，还有一些那个政治科发基金的一些研究员，我们开了个公听会嘛，站在你旁边的都有来参加我们公听会嘛，他们跟你报告，有，对不对？是台湾其实是很多的专家都在做机改食品，但是到现在我们国内没有一个机改食品的东西。有经过你 TFDA 的认证，不管是什么黄金稻米或者是木瓜，而反而对岸都已经在用了，那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国际民生的医药生计的食品的发展，其实是很大的伤害嘛。啊，你要里面你要引领这个东西嘛，农委会那部分你们要去跟他沟通嘛，好不好？是，谢谢消除国人的疑虑嘛，机改食品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这只要经过好好的去验证，人体试验做完，哦，没有健康的疑虑的东西，其实是反而是很适合我们的国内的农产品的发展嘛，好不好？不要因噎废食，道听途说。好，谢谢委员，我们会依据程序来做审查。但所以更重要，因为部长也在这边，我要讲哦，所以你们这边你们新增你们这个委托专家来做这个相关议题的研究的时候，机改食品你在决定你的议题的走向，要委托做什么样的研究，这个态度很重要。如果你的题目都不对了，你这个往下走，当然都是只是追逐那个末节的东西，可以吗？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把细一点的资料给我，好不好？因为从整个的预算上面，我们只知道有这个项目，但是我不晓得你们要委托的到底是内容是什么，有些机改食品你的计划的内容，好不好？你招标的计划的内容是什么嘛？这一定要让要很清楚，好不好？好，谢谢。好，所以请教一下陈委员，你的案子动继续动钱。那好，我们署长一月要退休的，还是剩下一点点时间，还是要给他冲刺，好好做一下哈。保留哈，可以保留吗？37先保留，我们跟那个委员再沟通一下。
赶快去啦！是是是，来，好，下一个还是我们。来，38案，吴坤玉委员。好，第38案。3190。动200。动200。同意啊。都同意。3190万，然后冻结两百万，科目自行调整。好，科目自行调整哦。来，那个第39案也是吴委员的提案，是330动130，科目自行调整。好，330动多少？动130万，然后减列30。好，来第40案也是吴委员，减列50万，动100万。来，吴委员。是啦，署长，这个因为是 TQF 哦，应该工业界在做的嘛，这个可能要工业界要多出一点钱哦来做。那食品工业研究所 也有在做嘛，他们主要是他们在做，所以我们是建立300哈、哦，那动三分之一这样子。好，嘿，第40嘛，40案哈，40案。标示的。哎，标示经济管理这边。这是 TQF 的嘛，哈，那因为 TQF 都是主要企业界在推动的，好，那我想我们鼓励他们，他们应该要，好，要拿出自己来做嘛。那我不晓得我们政府要不要替他背书就是了。TQF 这边我们政府要替他背书吗？那个，我们先保留，再跟委员做说明，好不好？40案先保留。来，第41案是改组决议了。改组决议。好，41案改组决议。第42案我们先保留。保留。委员还没来。43案杨耀委员主决议。好，改组决议。改组决议哈。来，第44案跟45案，我们改组决议。46、47呢？好，我们44跟45案并案处理。两个都主决议。都已经赶没来。有。好，我们44、45改组决议。第46、47案我们并案处理。是，47已经改主决议，46也是主决议。好，46、47我们改主决议哦。来，48案吴坤义委也改主决议，是。49案主决议，好，改主决议。那我们第50到54案，我们。还都是食品安全的部分哦，我们来这个系统建制计划，我们并案处理哦。来，请问行政部门，三五十，合并三年，对，就在50案350，就减列50，551合并3减50，551合并减列50。那52案，等一下，科目自行调整。科目自行调整，不是我们52案改组决议，53案也改组决议，那54案是保留。对，我们正在并案处理，委员沟通。不是，但是科目一样的。来，林委员。署长，54案哦，我们需要跟您讨论所谓的强制登录，还有所谓食品云的问题。那包括立法院的预算中心，也指出这个问题。那我们来讲说啊，到底食品安全是要发挥事前的预警效果，还是事后出问题了啊，它可以这个追踪仅止于此？
那你觉得积极上的管理，它是希望能达到预警的效果，这是不是你们希望的目标？如果你告诉我说不是，那我就算了嘛。是的，是的。可是有效吗？我们现在积极的在对我们不管是边境的系统或国内的那个系统，我现在跟你讲食品云跟强制登录，对对对。我们现在至少可以做到有事情发生可以立即的处理。那现在我们对于资料的处理还在做预警，但是我跟你讲讲预警啊，预警就不是事情发生以后才处理，事情发生了就不叫预警嘛。我知道，知道。那要怎么样做才能预警？如果厂商都在这里，然后先登录假的，或是不实的，或是伪造的。然后事情没发生，就永远待在这里。反正你们食品云没有在管理，登录也没有在这个，因为我们不再强制查验了，所以才改成强制登录。如果强制查验的话，那人民的健康是有保险的、有保障的。可是如果我们放弃了国家的强制查验，我们退而居第二线，叫做强制登录。强制登录，那它要发挥预警效果。如果总是在代志不要看啊，然后才来说，哎，你这个不实，加处罚。我跟你讲，那大家都可以这样子因循苟且，大家还可以这样子糊弄一下。是，那个报告委员，我们现在系统啊，我们现在正在处理参数的问题。这参数出来，它就会对于今年度几月份，在以往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它会提醒，然后预警。告诉我们几月份要注意什么事情，哪一些我听不懂。我现在问你，比如说这个工业级原料、工业级的这个化学物质跑到食品加工来，11月16日就又查到了嘛，海带嘛。然后4月的时候，台中市抽验的米菇还是有非法的这个工业色素，好，就是盐桃红晶。然后呢？去年12月的内湖的天福养生素食，将非食品级的纯碱加入生产，做成蒟蒻条，去年年底还有这个大润发的这个所谓的溴化植物油在这个饮料里面，结果它只标示玉米油。我现在告诉你说，强制登录这一件事情没有办法防堵非食品级的添加物，或者甚至是工业级的化学物质，流入食品。那你现在要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以前都讲说要强制查验啊，强制查验，复方也都查验啊，那就都没有问题，必须有查验许可啊。反正没有许可就拿去制造的，就是违法啦。可是现在是都不查验了，你都制造出来，被抓到以前你都合法，除非你被抓到。那我们现在讲说，那食品安全的管理最重要是预警，而不是等大家都吃下去肚子，吃了5年10年，然后有一天员工检举了才被抓到才算违法。那吃进去的算谁的？算国家政府的，还是算人民自己自认倒霉的？所以我在讲说，那你的食品云还有强制登录要怎么样做，怎么样改善才能变成预警效果？那其实很简单啦，也是要有人和钱啦，要经常去勾稽查对，要经常去稽核。可是你们没有人啊，你们还开放这么多的高风险食物，不断开放再开放，然后这里还需要这么多的人，人力都没有够，不要讲高风险，一般的食品管理都没有办法管理，那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希望给你一次，给你增加500人，给你预算，给你人，你也做不来啊。说的有虽然你要退休啊，但是总是袂当讲我差一个月，我都讲吼，虚与委蛇应付一下立委预算的过得好啊，我一个月了就退休，就跟你都无关的啊。所以说，事实上的确有这个道德的风险呐、啊。公务人员这一个月要退休，两个月要退休，也会有道德风险呐、啊。在这里，我预算你对我负责，你两个月后就不在这个职务上啦。报告委员，我虽然不在，但是我们同仁全部都还在。你的同仁没有人可以问责，我们责任要找谁负责呢？是，
我们同仁全部都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事情。啊，我现在只会问你责任，我要找谁负？你不能可能叫公务人员在那里负责啊？你是未来的 FDA 署长吗？啊，不是的话，我们怎么问责呢？是，报告委员啊，在这个食品原理系统，你就你的专业，是，然后就你的，老实说了，拿出你的专业的伦理了哈，你回答我，到底怎么样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可以改善我刚刚讲的？你没有办法防堵工业级还有这个特定化学物质流到食品加工里面来，然后这个管理没有办法有预警的效果，那要怎么改善？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系统里头一直增加它的强度跟勾稽的能力。那我们现在勾稽已经可以从边境分流的部分已经在开始在勾稽了，比如说油品的分流，那工业用油跟环保用油跟饲料用油，其实我们每个月都在做勾稽。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也不是你们强登的事项。现在是说，这我们在讲的是添加物，都是在发生在添加物。你们管理1200多项吗？你们是管理800？对，799。现在的问题不是你那800的出问题，是非800的跑进来啦。对，那要怎么管？现在我们对于单方的添加物，它都有号列；那对于复方的添加物也都有号列。我们现在规定，一定要在它的产品上面一定有它的。现在复方登录了几种？对，复方的部分呢，有10000多种，但是10000多种，你们的勾稽率有多高？符合我们食品的原料跟食品单方的添加物的内容，它才可以登记的进去。没有啦，其他都是非法的。我现在问你说，它那个不容易吗？大润发的 Mountain Dew 的饮料有加不核准的溴化植物油，所以它根本也没有登录这一个成分，因为台湾不核准，它就直接不登了。对，它只登一个台湾核准的叫玉米油。那你现在告诉我说要有核准的才能登，对，所以不核准的它不能登，它也没有登啊。是，可是它事实上就添加啦。所以我问你，我刚刚说的是美国是准用的，在台湾那边这边在台湾就叫非法，我不管在哪里准不准用，在台湾就叫非法。所以他在报验的时候，就是中文跟英文是不一致的。那我们的边境的人员查到之后，就对于这一批，他不是在你们边境被查到的，他是在通路上被查到的。回推，他是在大润发。我们在边境先查到，然后回推他有溜进来。他那个是已经在通路贩卖很久好多年了，后来你们边境才看到，他已经被吞下肚，喝了几万瓶了。所以我要告诉你是说，你们复方只有单方核准的复方才能登，可是问题都不在于你核准的，问题都在于你不许可的跑进去了，怎么办嘛？是在我们现在因为有单一的那个签证处理啊，它只要是打出来它的所有的原料是符合我们国家规定的，它就会统一就会处理。它打出来它合格，因为它就直接不打啦。它是属于，就是刚刚委员说的冒充的，那我们对于这个业者就会加强管理。那也要抓到的时候，对，所以我告诉你，意思说10000多种复方，其实你们地方基层应该要去加强查验勾稽，随时都要对于食品加工的业者看看有没有伪造这个。伪造或者是说非法添加，现在是需要这样子啊。可是现在很多都是检方查获，好，那有查到的查到，不查到的继续不会继续加，所以预警的效果不要紧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问题在哪里，你也知道必须要知道问题在哪里。真正的问题都不在于你必须要登录了，真正问题是没有登录去的，没有写上去的，非法添加了，
那这个事情就是必须要加强查验。对，啊，你的钱和人到底够不够？那你继续边境再开放更多高风险，又压缩到这一边的例行性的查验。你的人力看起来应该再增加500个才对啊。是，谢谢委员非常关心我们人力问题，但是那个系统还是要做的，系统还是要基础的，系统我问你这两年都增加了多少人？你的系统这两年增加了多少人？系统，哎呀，你做这个有增加多少人？那我们食品员的系统其实没有增加，没有增加人，没有增加，所以我们都很担心你没有增加人，没有增加钱，那怎么样去把事情做好？那你要增加人，要增加钱，又怎么要去排挤到其他部门的、其他的第一线去勾稽、去稽查的这些人力？所以它是一环又一环的排挤来排挤去嘛。报告委员，其实系统是要补人力的不足，那么它是会主动帮我们做一些稽查跟那个勾稽的动作，那每天勾稽出来的我们对啊，又是人力的不足啊，是高风险、包高风险的产品。就变成我们优先要去稽查的对象。对，對啊，那要、哦，你比如说啦，就会节省我们稽查的。小孩子、青少年最喜欢喝的饮料是高风险饮料吗？在溴化植物油被发现以前，人家也不会觉得它是高风险的、啊。没关系，现在就补人，那你人有补吗？有补吗？在103年的12月。行政院给我们增加了70个人、這個、你配置在哪里？在区管，这个要不要先保留？全部都在区管，不用保留了，就直接冻结哦，冻结这样早了啦，5000万，冻结1000万了，不用冻那么多，就冻结1000万了。委员，我们保留，我们等一下跟你做说明，好不好？好，说明都知道了，你也知道我在讲什么，是啊。这样是怎样？保留。好，那。54案先保留。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处理50到54案。好，来第55案，杨耀委员。改主决议。好，55案改主决议哦。来56到58案哦，我们并案处理。来，这个是一般行政的费用。是，58已经要改主决议了哈。好，那56、57，56保留那个刘委员，保留，他要来吴委员。所以我本来是都要帮你们改组决议，可是我觉得这件事实在是还蛮严重的，是还 好几个部好几个署、啊、都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并嘿邀请主计总处那边来，不是总计总 人事总局那边一并来思考跟决议，这个是部里面卫福部应该来跟人事总处来讨论的事情，而且应该要提出时间表。好，所以我没有要改成主决议，对不起，因为看起来这个事情还蛮严重的，因为你们的委外人数是45.8%、欸、非常高，58案，而且最重要的是你106年的人数，编制内的人数还减7个人呢、欸，嘿，要哦，这个是我 不能理解的事情哦，这个应该问部长哈、哦，为什么人事一直在减少，他的业务量越来越重，然后人编制人力竟然减7个人，106年比105年少7个人。好，这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还蛮大的。这是全体公务人员减1%，是这样的。对，全体也不管你业务增加，这样的人力怪耶、欸。那个我，对啊，对对，刘委员是56。跟委报告，就是这个从明年开始，他有一个通三的那个决议，就是整个预算员额，整个行政系统要通三1%。那我们有做一些内部的检讨，对对对。那是真的要来跟行政院来沟通一下了，这个怪怪的哈，因为整个业务都在蓬勃，而且大家期待很高哈，那怎么会突然一直在减少人力？好，这个部分我还是保留，一起待会一起统一。好，没关系，因为好来处理。刘委员还没来哈，那我们56、57、58先保留哈。哎，我那个不好意思，黎淑芬委员，57案你有没有意见？就。
五十七案我有意见哦，我其实对整个 FDA 的一般行政哦，我是主张冻结多一点。那特别是我再讲一个个案哦，11月21日 ，FDA 邀请新竹市的米粉工会、米粉商业工会32家�厂商，还有3个 NGO 民间团体召开市售包装米粉产品的标示规定座谈会。各位可不可以请安静一点哦？3家民间厂商主妇联盟表示反对，然后呢，董事基金会也没有同意这一些米粉业者的工会的要求，消基会没有出席，然后在这种状况里面，你们 FDA 可以做成一个共识，发布一个新闻，这个新闻和这个共识就是。FDA 公开说，市售包装米粉的产品规是标示规定可以改了，在资讯透明且不致消费者让消费者误解的前提下，都可以称为米粉。但你只要标示主成分的百分比，而这些米粉工会认为可以称作为米粉的，只要含米量5%、5%、5%以上都可以叫做米粉啊。可不可以请你们回坐一下，我们再开会。这个 FDA 的公务人员主席秩序问题，各位请维护一下。就是令，我们有3个原则。沟通可以小声一点点吗？对，我刚刚讲过。花个各个大声恭维。第二个。请地方政府对米粉工会进行消费者对米粉主要成分百分比的认知调查，包括可接受的口感和品质，然后大家地方政府做出调查以后，自己可以去核发米粉标章。所以我们整个食品食安法的管理食品的品名标示标准都可以拿掉了，只要是地方政府去做消费者的口感和品质的地，由消费者去自己感觉怎么样就可以了。那我们干嘛还要参采 Codex？ 然后我们的巧克力也可以改回来了，奶油也可以改回来了，果汁不含果汁，不要含 5% 就可以叫果汁了。牛奶里面只要有多少比例就可以叫牛奶了，通通都可以走回头路了。如果照这种逻辑的话，通通可以走回头路了。今天怎么样啊？然后为什么业者说了就可以改法规？因为说会影响业者的出口，新竹米粉4个字被大陆的厂商抢走了市占率，这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施行细则第23条规定，食品你要专供外销的标示事项不用遵守本法第22条规定，意思是什么？你新店米粉无产品不要紧，你若要做外销的，你都可以叫做新竹米粉，商标不会变。外国人没有法律规定你要标几 percent， 没有含米直接叫米粉也可以，反正你只要卖给外国人，外国同意就好了。那你要卖到在台湾卖，在台湾卖。为什么大家拢讲吃米粉吃到未消化？所以我们大家民间团体一次又一次，大家不断的沟通，再沟通，好不容易定到含米50%以上就可以称之为调和米粉。如果今天啊，因为新竹米粉的工会去开会，邀请了3个团体都没有背书哦，就可以得到一个会议的结论，叫做大家都同意改。啊，你这个国家食品安全管理都可以走回头路了，大家都可以退缩，巧克力也可以退缩了，人造奶油也可以退缩回来，回去台湾人吃不死的款，回去这也吃不死的，慢慢来死的，只会造成心血管疾病，只会造成消化不良。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吃的化质淀粉才是米粉的主原料，我们在这里讲说米粉FDA 的态度就是没有米没关系啦，米粉谁说一定要有米？但我要告诉你，署长，
我们就是认为米粉就是米做的，你没有米没关系，你就叫其他的名字，然后你含米量50以上就可以叫做米粉了，调和米粉。我们不走回头路。署长你怎么看呢？是人家都没去开会，主妇联盟反对，董事基金会没有赞成，那天是消基会直接就不同意，没去。是那天是座谈会了，我们没有什么。你们新闻都发布了，发新闻，新闻没有都出来了。那是媒体在询问，媒体下的。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他们说新竹米粉的这个商标啊，赢得他们的市占啊，但因为不能叫米粉，所以他的外国的市占率被中国抢走了。你觉得我们这个法令有规范到外国出口吗？有吗？出口产品就像委员刚刚说的，施行细则里头定得很清楚，23条，所以不用可以自取品名的。他叫新竹米粉卖出去外国，还是他可以嘛？是可以的。但是要是国外的进口商要求这个厂商提出自由销售证明的话，他是提不出来的。那个是他的事情，他不一定会要求。那外国政府，那你要卖到人家国家去，当然要符合其他国家的卫生安全标准啊。但我们在这里只管国人，老实说，我们在这里，我只想保护我们的国人嘛。那你出口，出口国家没有规范米粉一定要含米量多少，那你就出去啊。那没有每个国家都要那个自由贩卖证明啊，没有啊，是没有每个国家都要求、啊。所以我们那天并没有决议啊。只是一个你的共识在这里、啊、你的共识在这里，你的第一项决议会议记录第一点叫在资讯透明且不致影响消费者误解前提下可称米粉，你的会议记录在这里，你有决议了没有？我们现在的规定还是100%才可以称为米粉，50%以下你没有准备要修改规定了是不是？还没，还没是啊，你们的会议记录怎么写这样子？你们说可以、欸？座谈会，你们都要继续沟通一下。是，我们沟通。然后，如果照道理照这样子说，如果巧克力业者，好，然后也来要办一个座谈会，然后只有巧克力香料添加的也可以叫做巧克力，然后也办一个座谈会，然后再放一个新闻，你这样子到底要对消费者这样子？鱼目混珠，然后混淆他们的认知，要混淆到什么时候？报告委员，如果这样子，奶油人造奶油业者，他们也要办一个座谈会，然后假装说要放宽，假装啊，就可以制造一个新闻，这样消费者会混淆认知、欸。是我们好不容易往前进的路上，然后他混淆了，然后再来说啊，这个政府变来变去。你是要制造一个变来变去的印象吗？所以我要知识体大了。我们认为这种事情哦，从这里就要来检视到底整个食品安全管理是不是会走回头路啊？我们很担心，好不容易往前推进的，要往后退回来、欸。好，你们是先再跟李委员好好沟通一下、哦、通做仔细的报告，我们要再回来回头来讨论。来第56到58先保留哈，来59案，59案结束之后我们休息10分钟。59案载主决议。好，59改主决议。是。你跟那个等一下60到62之一，这是并案处理。嘿，好，被休蛋姐哦，你不要讲太久，大家要喷尿了。谢谢主席啊，本席提的这个第60案呢、我想主要是前一阵子大家都看到了，有关于日本核灾食品哦，这个新政府要开放，让他来台湾哦，但是呢，之前开的这个公听会哦，根本就是突袭式的公听会哦，完全在3天内召开完10场，这个所有的程序都是不对的。而且包括上一次整个加拿大这个狂牛症疫区的牛肉要输入，也是用突袭的方式，在台风前一天就去公告，
然后让他进来。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食安事件呢，我们不允许政府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突袭人民。所以这个案子呢，我主张应该要这个删除跟冻结。主管，你有什么意见？是，报告委员哦，我们可不可以动500万？应该是删吧。删，不删，但是冻结，动500万，我们再来做说明。动500万，对，不行，也要删除啊。本席的主张是删除啊。动500万，动500，动500，谢谢。好，那就动500。我说你人要。60。还有这样子。你这样说，我们公听会也是照程序走的。对啊，我是希望说公听会大家在秩序上可以稍微要遵守嘛。他整个都是暴力，那边打来打去，通通都在动手。啊，人家讲你们也没有话讲。我讲保定，你干嘛呢？你敢同意？公听会，我们在十场公听会，其实在周三就已经。在那个我们的网站上已经公布了，那在每一场里头我们也遵照我们的程序在走，我们的所有主持人还有简介的人员还有征求各界的意见，这些程序都有在走。好了，那个我们先休息，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到60。
好，我们继续开会哦。那个60到62之1，等下沟通怎么样？还有吴委员跟黄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跟洪慈庸委员。嗨，62是同意350。61。那其他呢？61。61呢？61是就是动500。动500。嘿。那其他那个洪委员的部分。350，62，350。科目自行调整。刚那个30的。62之1呢？62之1是动1000万。所以那个王委员的部分呢？500。好，所以我们这个案就是冻结500，然后减列50。是。动1000，谁？再动1000，那个。哦，好，对不起。来，我们来重新讲一下哈。60、61、62、62之1，我们合并冻结1000万，减列50万。好，好，谢谢。来，我们63案杨耀委员的案子，改组决议。好，63案改组决议。64案，64，陈来，陈委员。就是刚才那个基因改造的那一项，对，因为你们的委托给那个实验所的做这个评估嘛，对不对？对对对。请问一下，有去年做了多少案？去年是委托400万，对不对？是。那去年审了多少案？二十。好，二十案。新的十案。去年呢？案子一共20。去年审了几案？你今年又编了400万嘛？是，收了去年审了几案？收了10个案子。10个案子，对，那因为有复审，所以大概审了20个案子。有国内的案子吗？国内的案子，上个月刚收到。那是今年呐、啊？是，那是今年呐、啊？是，今年收到。你去年你今年几个案子？今年你现在每年都是编400万让他去做审查嘛？对不对？那我要了解的是说，你的现在申请案国内外的申请案的件数好不好？还有有没有在增加或减少？否则你每年就是固定编400万，审查5个案子也是400万，审查10个案子，这个不对的啦。是。国内现在只有1案嘛，对不对？对。就是中兴的这个副校长，好，叶锡东是不是叫叶什么？对。的案子嘛，好，对，他就是。机改木瓜的这个案子嘛，哦，有就是我讲说，人家 CFDA 都要给他的这个，而且要给他什么，不只是给他 license， 还要给他什么什么 patent， 还要给什么？结果我们台湾自己东西自己不保护，好，哦，然后你到国外申请到国外到中国大陆去申请了，好，哦，那你们在审查上面，国内跟国外的审查。是不是2个 track 还是1个 track？ 好，同一个嘛，同一个 track 哦，这个是不对的。国内应该国内的 track， 国外应该国外的 track， 国内应该要优先审查。你不要这样子把它放进来，到最后变成是国内的案子都是迟迟不审，所以才会造成这个状况嘛。陈情人就是讲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优良的一个机改的食品，你国内国外的进来，你审让他通过，让他做，国内的一个案子都审查不出来。报告委员不会，这个案子初审过了，文件都齐备了，就会。好，所以你应该要有2个 track， 好不好？这是你的 SOP 啦。你可以要求实验所分2个 track， 国内有国内的 track， 国外的 track 嘛。是好不好？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资料齐备了。对了，但是最重要是你的态度啦。你们对于这个实验所，你委办计划，你委托他做这个计划，你当然可以要求嘛，对不对？我们要鼓励这个东西，但是为国人的
这个食安问题把关，但是态度要正确嘛，好不好？好，谢谢。好，所以六十四案动一百。好，动一百，谢谢。好，六十四冻结一百。好，我们接下来六十五案到六十八案并案处理哦。来，请问那个行政部门，三一百动四百，王玉明就六十五案。然后六十六是动五百，四百动四百，六十六，六十，六十七，三十万合并。好，六十六万哦，边境查验这部分，其实刚刚有沟通过了，我想原则上没有问题，因为跟这个你们的确检测需要这些经费，但是我想提出来就是现在哦，我们其实一直非常关注边境查验，主要是日本核灾食品哦准备要进来。那我们的了解，食药署一直强调说，现在人力六十九名，哦，但是这六十九名人力基本上他不是专责负责辐射检测，基本上没有这样能力，要委托原能会，哦，原能会的不管是核能所或者是他们有一个辐射侦测中心，哦，那这也是属于原能会的职责。那即便他们来检测，他们也只有十三人，所以现在食药署也说，未来因应日本核灾食品进来。有可能增加一成的人力，大概七名左右，好，七到八名。但是目前大家质疑的是说，这七名这个人力，他到底具体的经费、薪资，以及向哪个单位争取人事处，他是专责还是兼职还是约聘？那这七名足够因应未来日本食品进来吗？所以这些质疑点是主要。原本我想说。动的金额主要是希望卫福部提出具体的一个说明，以及增加人力的具体方式，来告诉我们之后再逐一解冻。当然，刚才沟通我了解，这些人力可能是做一些食品的抽样啊、耗材这些没有问题，所以我同意哦、酌减，总共大概动四百万哦、但是我还是希望食药署这边能提出一个报告给本席，给卫环委员会。对于未来因应日本核灾食品进来，你们说要增加的这一成七名的人员，你们具体好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是约聘专职，那是不是专门负责可以辐射检测，还是这些人力没有办法做辐射检测，你们还是要委托其他单位？好，以及你们的预算编列、人员的薪资，好，向哪个单位争取？我希望能够有一个详细的报告给本席。好，谢谢委员。我们对于检测的部分，其实我们也有开始在规划实验室，哦，希望说我们至少我们自己要有能力。然后对于边境的那个送过来的食品，除了研能所之外、清华大学之外，我们自己也要收。那人力的部分呢，我们会按照委员的要求来做具体说明。好，谢谢署长。谢谢。那既然刚提到，其实的确。我们现在原能会两个实验室，哦，总共十三人。那现在说为了因应日本核灾食品进来，可以，哦，拜托清大有一个辐射的研究中心，以及台电有三个处所，哦，但是我想也会有一些问题。第一个，他们其实原本主要的业务是负责核能电厂的检测以及维护，如果他们还要分配相当的力气出来做食品检测，会压缩原本主要的职责，我想这一点必须要注意。第二个，对于未来实验室的建制需要相关的认证，人力增加以后，人员的培训以及仪器添增也需要相当的时间跟预算，我想这些不是说一蹴可及，需要相当的时间。所以我想点出来的这些盲点是说，这些如果都没有办法考量，而且需要相当的时间，那政府为什么还是需要贸然的解禁日本核灾食品进来？我希望不要这个为了一些其他的因素，但是这些我觉得都很好，实验室的建制、仪器增添、人力增足，但是这需要时间，所以我希望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提出，你们未来增加的六十九名，再增加七名，这七名相关具体的计划提供给本席。是，谢谢。其实现在在民间实验室已经有三万六千件的那个能力，足够我们边境三万件以上的那个检测的量能。那不过我们还是会依据
我们想所想要的对于实验室的部分，我们会去做逐步的建置。以上报告。是。好，谢谢。好，我们还有刘委员哈，那所以我们六五到六八先保留。哦，对不起，来陈委员。好，那个署长哈，我想这边你们在编这个预算的时候，有一笔哈，是这个自动就是边境检查验自动化管理资讯系统1600万嘛，好，那这个是应该已经是委托外面的那个资讯公司做建制吧，这不是第一年编的了，对不对？每年都要有维护费。为什么回复会要花到1600万？这个系统是蛮大的，而且它要跟关务署的系统要做借接，尤其是在明年，今年五月开始到明年之间呢，那个关贸一元化的系统要出来，我们这个系统一定要跟它借接在一起。那么以后在边境，不管是报关或报验，它只要报一笔，不需要向各个单位、各个部会做报验，这是简化的过程。所以现在是建制中，所以不是只是做 maintenance 吧？这个是我们的系统，不是只是在维护，已经建制完成，这是只有。如果你们都已经建制完成，为什么是由你在编这个钱？现在是政府在关务署里头对检疫的系统，还有标检局。还有我们不是你们在编、啊、就一元化的系统，可是不应该放在食药署编这个东西啊。是，但是两边系统你们的已经建制完成，你们应该只是如果只是维护的话，维修维护不应该这么高的经费在做这个事情了、啊。这里面还有人员配置是不是？没有那个报告委员啊，这个。IFI 系统呢，它是每一年都依据我们的边境的变动，它是会做一个功能上的一个修改，然后对于原来的功能它要做维护，那么对于新的系统的借接它要必须要去做。好，那另外你这个、哦、有一个大陆地区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的会议是你编了250万，你们现在跟大陆有在沟通吗？在520之前都是一直都有的。对啊，520之后那我们现在还是努力，其实窗口还是在的。我在上次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总咨询的时候，部长也在嘛，我们就是说两岸医药卫生协议都已经签过了，应该要继续沟通， TFDA 就是对口的窗，就是窗口嘛，对不对？所以从上次咨询到现在，九月到现在，你们有跟他们有沟通吗？还是没有？法规的沟通是持续性都一直在进行的。对了，所以如果没有办法沟通，怎么可能办这个研讨会？你要不办日本、台湾的日本跟台湾的食品安全协议的会议吧？听说他们现在有几个日本代表在台湾，是吗？报告委员啊，对于。你先回答我后面这个问题好吗？跟大陆之间的会议，是不是日本有几个实案的代表现在在台湾开会，在哪里？这个我不太清楚。哦，你不清楚？是。哦，那所以不是你们邀请。跟大陆跟台湾之间的那个会议，其实产官学哦，一直持续都进行在沟通当中。那对于法规的研拟，就是对岸是不是有法规上的一个变动，我们这边也常会办一些研讨会，让我们国内的业者都清楚。但是你就是都没有沟通，怎么办研讨会啊？这个都没有 contact。哎，产学研呢、啊、都有啊。好，是。所以你还是要编，是必须要做的，你还是要编就对了。对，是。好，那谢谢委员，能够开得起来哦，好，好不好？是。谢谢。那可以的话，是不是应该改成？台日、中国大陆三方的研讨会，台日两岸共同对抗核灾食品的研讨会，哎，核灾食品研讨会，啊，啊，刚刚我你们把日本也要邀请进来吧？科目不太一样，科目对吧？你有台日的食安的研讨会吗？如果没有台日食安研讨会，为什么要办两岸？双方之间可以签。合作协议，那我们就会，我们跟日本也是希望签呐、啊，是也是希望签司法互助协议啊，是，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部分是台日食品安全的 MOU， 对，
台日司法，要建立窗口，然后以后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双方可以沟通。所以这个都还没有签，都还没有签。那个教育这些都可以做，对不对？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签嘛，对不对？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要签的什么？再讲一遍。台日什么食安的合作协议？你们现在要签的叫什么？台日全民食安合作协议哦，你刚刚讲的那个名称啊，备忘录。台日食安合作备案录，就是要让核灾食品进口备忘录啊？不是，是食品安全的议题，互相之间的讯息通报。你是不是可以提供那个资料给我，好不好？好，那。因为你这个总预算是4,109,670,000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不是就那就减动1,000,000，然后等到你把这个啊台日这个协议，还有这个就是大陆的这个你这个研讨会，啊大陆地区海峡两岸，因为你这个名称非常奇怪，大陆地区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会议，你是要在大陆办吗？双方两边对，那直接叫海峡两岸就好，为什么还要大陆地区海峡两岸？你的项目，你项目叫大陆地区海峡两岸当时签的协议的内容，食品安全协议会议，这名称这样对吗？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啊，大陆地区海峡两岸，你的那个食品安全协议，就海峡两岸为什么还要写大陆地区？旁边那我们台湾是什么？我们台湾是台湾地区吗？那你就跳入他的陷阱了。你们全民到底是他最喜欢我们叫我们自己是台湾地区，海峡两岸。对啊，那大陆地区四个字应该划掉吧？所以没有大陆地区这四个字吗？没有没有。那为什么在上面？对啊，你上面有写大陆地区啊。你不晓得说他们最喜欢我们称自己是台湾地区吗？哎，那你又写大陆地区海峡两岸。所以是在大陆办吗？你们这个名称就不对嘛。我觉得你们食药署这样很不行。他们上来备那个来备询的时候，署长你我们部长协部长协两岸，麻烦你们注意听，帮忙一下好不好？很恐怖，好不好？那就编250万，可是两边都没有沟通，两边从签两岸医药卫生协定到现在都没有 contact， 然后又要办研讨会，这不是？我们没有写大陆地区，是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是这本上面写的啊，拜托好不好？是大陆地区的是旅费，63页嘛，第11项嘛，2500万啊。这是旅费的问题。啊？2500万。这是你的说明啊。这边的。对，这一个。这是你的说明啊，这个就是你的说明啊，大陆地区海峡两岸食品安全协议会议啊，是这里下呀、啊？对对对，我们误写了，要把那四个字删除。这是你写的嘛？是，谢谢我没有冤枉你啦。谢谢委员。是不是大陆地区四个字应该要删掉，好不好？删除。好，谢谢。那请你们再提供更清楚的资料啦，你这个总经费是4亿多、欸，哎，拜托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所以那个那就动一千。动一千，那但是我们这个还是要先保留，因为等刘委员哈第二轮再一起处理。部长还是要请你帮忙哈，没有，你请坐没关系，但是食药署的部分麻烦你注意听一下，这样几个下来，我真的觉得捏一把冷汗啊，因为署长啊呢，这样子回答哈，哎，气死嘛，惊死。好，麻烦一下哈，来，我们接下来处理。69跟69之1，等一下，这个是哦，食品边境茶叶哦，那个委办费的部分，来，我69案已经改主决议了，那69之1，洪委员那动一千，并62之1，并62之1动一千，对，等一下。可是我们这个还保留，这边还保留啊。嗯，跟那个洪委员两个案，62之1跟69之1合并动1000万。对，就不要了。
要在62之1的部分冻结1000万。1000万是冻结1000万，那所以62之1的69之1我们就不用冻了，不用冻结了。好，那但是我们是在62之1的部分处理冻1000万。好，好，谢谢。70案陈曼丽委员的案子，好，请陈委员。350减列50，并65案减列100。人家都上来讲了，你好，请。那个我想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讨论就是日本食品进口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很多的民众都是非常关切我们的这个人力到底够还是不够。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一直很希望我们的主管单位能够提出来我们的人力的部分。上次曾经在质询的时候有提说要增加7个人力，可是7个人力。国人对于这个7个人力的信心度还是不太够。还有呢，就是说我好像有听到，就是说原子能委员会他们在回答是说，他们如果在做这个有关于辐射这个检测的时候，他们的人力跟财力都不太够。所以呢，我是在想说这个部分也希望我们的政府部门呢，就是卫生福利部和原子能委员会会要去把这个辐射的检测的这个部分呢，要把它理得更清楚。要不然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变得是说让老百姓信心度不够的时候，可能就有更大的一个恐慌。所以在这边我希望能够特别的警惕这个食药署，在这个部分一定要做到，要不然的话呢，大家其实在这个部分可能会有更大的反弹哈。所以我想说在这边我们用预算来做这个的把关，希望能够加强。以上是，谢谢委员。所以那个我们数目上350好，减70案减列50万，并65案合并3减100。什么？科目自行调整。前面这个是还这个还保留哎，65案。50案不是他的呀。对啊，还没有没有还保留，因为刘委员那边还没有好，很没关系，那个我们有记录。好，所以70案是通过，然后是减列50了。好，把71案改主决议。我们现在72案杨耀委员的主决议，国外旅费部分改主决议哈。好，那我们73案到77案，我们。兵案处理，好，请王委员。署长，等一下，全部就说，如果有涉及三检科目，涉及三检就科目自己调整，不用特别去讲 item 的。好，有关这个73案哈，这个是有关于食安的网络计划，其实经费还蛮高的，但是呢，这个计划就本席了解，到目前为止，行政院还没有核定通过，所以如果按照我们的整个预算审查的话，这个根本还没有通过的计划，事实上是不应该做这样子的一个预算编列的。所以本来本席的意思是应该要全数删除哦，因为这个是没有通过的计划。那但是因为业务单位特别又有再来说明说，应该会很快的核定。我想问，到底什么时候会核定这个计划？报告委员，是因为在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他是请我们再做一个修正，就修改里面的有一些比较小的内容，我们再报出去了，所以应该很快就会核下来。不过在行政院也有一个规定，是计划没有核定的话，要计划核定以后使得动之，是有这个规定的，所以我们会按照这个方式办理。好，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案子呢，本席主张还是应该要删除，对，应该要删除跟全数冻结啊。哎呦，杨委员说要全数冻结。我本来要删要动的啦，我不会全部删除啦，因为你们有解释说，其实你们会在执行，所以这个金额刚刚已经有讲了嘛。我们动300，减列300，冻结500。对，本席的主张是这样。谢谢。好，谢谢。然后好像蒋万委员也有相同的提案，是不是两岸就一起？
并在一起。我们73到77是并案处理的。那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有其他意见？好，那个因为还有刘委员的部分哦，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也是先保留哦。来，我们接下来处理这个78案杨耀委员业务费的部分，改组决议哈，改组决议。好，79案也是改组决议，80案也保留，保留。有啊，刚刚有问说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啊？哎，阿弟伯，你伯牙去吗？好，对，等一下保留，下午还可以继续讨论哈。好，我们3分钟，谢谢。署长，你们在讲食安新秩序哦，你食安的网络计划。那你们11月中旬的时候公布了一个食品安全管制系统，结果呢，你们发布啊，追溯追踪系统有13%的业者不合格，那就会涉及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追溯追踪，然后他做的不合格，那不合格原因是什么？那要强制检验，这个强制检验这个一级品管的查核也有10%不合格。那记者问说，那你可不可以公布这些不合格的原因，还有他的厂商，好，让大家都知道，因为在自主管理嘛，因为整个食品安全的管理的趋势就叫做自主管理，那自主管理也要负起自主管理的相对应责任啊，你不能说他现在强制登录而自主管理，然后出问题了政府还包庇他，出问题的时候就不叫政府，就不叫自主管理，出问题的时候民众还不能看得到谁出问题，那如果要自主管理，出问题的时候要让民众自己就可以发现，哎，自主管理的厂商有谁谁谁，他因为什么原因出了什么问题，所以登载不实，那这样子才叫完整的自主管理。自主管理的前提是资讯公开透明，这样才叫完整的配套嘛。但如果说要把关的时候是叫做业者自主管理，政府不负责任，出问题才来追究，但是呢民众说那你要让我知道他们哪里出问题的时候，政府就跳出来帮业者当这个叫黑布幕，那个叫什么，还可以帮业者遮羞盖起来不公开，那民众怎么有会所谓的公平呢？这个食品的安全怎么会有呢？是，报告委员啊，因为在食安法103年修正之后，非常多的新增的一个管理项目跟业者必须配合的项目，所以在我们陆续公告之后呢，我们在做一般性的辅导跟查核，对于我们公告的项目就必须是我们去辅导的项目，所以才会说在查 HACCP 的时候，顺便一定要查它的飞灯、飞追，对，跟它的自主管理。对，那这个争点是在说，他要是说有一点点的不合格了，不是，他会说他不合格的，不合格的有没有知的权利？是不合格，只是说他可能漏登了一项，我们就判定他有。那你也可以在不合格里面讲清楚就好了。他可以去做限期改善，所以限期改善他把它补充完了就可以了。这都是小小的缺失，讲的我知道，但我现在告诉你说，你每一家厂商，你可能只是资料不齐全的不合格，也有可能是填写不完全的不合格。那我不知道你是基于行政疏漏还是故意疏漏。我们不知道嘛，但我知道是说，如果把所有的这一些你去查验的，不是只有 HACCP 去检查的时候顺便的，所有的去查验的勾稽的，然后发现不合格的，全部公开上网，然后你也说明原因，他只是因为什么东西没有，那这样子叫做完整的自主管理嘛，因为民众有知的权利嘛。啊，你到底你那个的理由到底有没有说服力，合不合理，民众也会感觉也会知道啊。那我可以选择消不消费这个品牌的这个食品的品项啊。是，我了解了解委员。所以我的意思重点是说，你检查不合格，不合格的那些资讯要不要公开？
民众消费者要不要有知的权利。我觉得比较大的是结构上制度面，我们要不要这样子设计？是是，委员，我们的现在设计是，他给他限期改善，比如说一个星期或十五天，他仍然没有改善完成，我们就会公布他的名单。所长，这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他并不是每年都会固定例行性的去勾稽检查查核，他是刚好，比如说要申请 HACCP， 或者是有人检举才会去查。在被查获以前，我再讲一次，我刚才发言已经讲过，在被查获以前，他都被视为合格，然后消费者都买了，都吞下去了，都吃进去了，直到他被查获的那一天，他才被认为有问题要改善。所以在这种管理的制度里面，当他人民都不知道，政府也不知道，你们自主管理，我们都莫名其妙吃进去的时候，当你被抓到那一天，我们就要有知的权利，这不为过啊。好，我们来评估是不是可以在网络上公开。是啊，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不要紧，都不要紧，自主管理嘛，不要紧，等到有人检举那一天，就是我们把它说明清楚就好了。对，你把它说明清楚。好，没问题。哦，那你可以说，哎，这个大润发卖的饮料，过去五年我们都喝了，但五年以后被检举发现，它含有台湾不许可的原料，而且它故意不写，还是行政疏忽不写，没关系，它都可以讲。那至少民众会知道，我们也可以逐一的统计，查几盖的，公布几盖。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就知道有哪些厂商是累犯、惯犯，有哪些厂商的确是小疏失，我们都可以统计嘛。这样子才能逼迫业者外部监督啊，人民监督啊，逼迫业者说不塞行政疏漏也不行，故意隐匿也不行，通通都不行。这样子的自主管理才会是完整的配套了。是，所以我是强烈的建议说公开。公布让消费者有知情权，这样子才可以叫做自主管理啦。好，谢谢，我们把它说明清楚，并且评估公开的方式。所以林委员，你的部分，冻结2000万吧。好，冻结2000万。那个蒋委员是跟王委员二十分之一，蒋委员是跟王委员一样吗？二十分之一，好。他减300，动500。我会评估公开的方式。好，改一个主决议。那要改主决议，再加一个主决议，动200，然后再加一个主决议啊。二十分之一是200吗？哦，等一下，对不起，你改二十分之一，两千，二十分之一，多。50。没了。这个哈，1000万呢、欸？不，这内底吼，拍摄啦，我讲的，这内底吼，两亿吼，这个物件吼，内底包含这个计划啦，真正食安网络的预算才1000多万呢、啊。好、哦，你也看伊详细细目的时阵吼，伊这内底包含啊，这杂菜米吼，菜系就多啦，这种很多细目啦，真正跟网络有关的才1000多万呢、啊。所以我拄啊开始嘛，感觉伊这个计划安尼，男男做伙吼，实在是无啥好。所以在这里，比如说他有一个食品成分这里吼，伊做足久吼，啊做了拢无检讨，也无 SOP。所以我加伫食品成分这个子计划里面，350动150啦吼。然后再来就是说那个食品添加物这边吼，等一下，吴委员，我们现在。因为你是要讲76还是八？76嘛，76其实我们洞里面，我们有指明它里面的子计划了。它这里是2亿多，事实上掺杂的各种计划都在里头。它其实真正网络的计划才1000多万呢、啊，所以它写创食安新秩序食安网络计划，其实这里面的网络预算才1000多万呢、啊。好、哦，它是整个把它包在一起，很多计划包在一起这样子啦，所以。我是针对个别的计划有一些删减这样子啦，好，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食品成分计划，那我就76嘛，我提的是其实是针对里面的食品成分计划
删掉50，然后冻结150了。那后面还有，是不是等一下一起，要不要一起讨论？还是像我一直到83都是其实属于这个计划范围的，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子计划，好，比如说连买仪器设备都包含在这里头了，好，比如说第几个，这个计划为民服务的计划，这里也都是，好，然后有一个。那个买计划的像83那个其实是买设备的，买 HPLC， 买那个重金属分析仪的 ICP MAS 的都在这里头，连动物房的维修空调都在这个整个计划里头啦。所以像我83虽然是食安新秩序、食安网路计划，其实这是买设备的，还有那个动物房的维修计划啦，好，这样子。好，所以它里面包含了各种计划，那真正网路的才有1000多万而已啦。好，所以看主席是要等一下再讨论，还是要没关系，我们就一起讨论吧。还是就放好，那就像食品添加物那个计划，就本来是3150万，那我就动二分之一啦，哈，冻结二分之一。那个食品添加物那个计划，哪一个？哦，那个81嘛，哈，81。81。不是3100吗？好，冻结二分之一嘛，哈。不是，那委员，刚早上不是说冻3100吗？3100吗？8182各3100啊。哦，8182各3100。合并改可以啊。好，没有关系。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子好，就3100，好，各3100，好，没有关系。好，合并3-100。好，这样子哦，安内。对，你不要去规定委员要怎么动怎么删，嘿，都上来就自己就念，我念，我们都还没讲，你就先讲我们的决定，这样怎么对？好，就是如果各3100，你们可以接受，那就各3100，不然就各动二分之一啦，哈，不然就各动二分之一。好，删，简略100。科目自行调整。好，不是不是，这个是已经计划了哦，个别计划了哦，个别计划。好，各3100，好，各3100，就是8182，8182各3100，好，好。8182各3100是针对这个，针对子计划，就没有那个所谓自行调整的问题了。来，80改主决议，83也是改主决议，好。那个76是减50，动150。会涉及留用问题，所以还是要。好，有你的部分，我有先记下来，因为还有刘委员。好，那我们就整个73到77先保留。75之1，洪慈庸委员是有减200，对，这个有记下来哈。79，等一下哈，来，79改主决议，那我讲一下，好，好不好？那我们好，三分钟嘛，好，那个署长哈，你们这个有一个项目就是做那个石安的这个专线嘛，1919，是，可是我们打电话常常不通哎。可是你们又编了1000万，1000万应该可以聘很多接线生啊？为什么1000万的一个食安专线，但是打电话都打不通？它是几线？你先说明。你们现在是有几个接线生？跟委员说明一下，不是接线生啊，那咨询的约聘雇人员在做食安专线嘛，民众对这个很多的疑虑嘛，对不对？对，跟委员说明哈，原来是只有6线，但是如果是编了1000万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增为12线。然后希望那个满意度能够达到80%，这是所以明年会变成12线，对，和1919的专线会到12线。对，那你但是你之前6线的时候，你们是编多少钱？700多万。700多万，对，是，好，好，所以你们应该还会有后续的管考吧？没错，因为民众打电话来，你们还是会把他们问的问题可以做一些统计分析嘛，对不对？好好，谢谢。好，就改主决议哈，好，谢谢。主决议哈。嗯，刚刚这样已经到84，好，84、85案我们先保留哦。86案蒋委员是改主决议，是，好，来87案杨耀委员，来87案减60，三减六十，好，减列60万，88案保留，
八十九跟九十合并处理，改组决议。两岸都改组决议吗？九十四三减列五十，八减列五十，并案。那个黄秀芳委员是怎么样？黄秀芳委员是减列五十。干嘛哦？我本对靠讲话，给您改组决议，并案减一百哈。一人五十吧哈。好，了解。好，那八九九十哦，两岸减一百，减一百。主决议就不用了，调整。有要给自己调，好，谢谢。那九十一案减列十万，科目自行调整。好，减列十万哈。我一洗澡老板娘。好，来九十二跟九十三案，我们并案处理哈。但刘委员的九十二先保留。那林淑芬委员有没有意见？少动一点，那要少多少？冻结两千，来业务行政单位，冻两千，冻两千。我们保留跟委员再做说明，好不好？好，没关系，因为那个刘委员还没来哈，我们这个九二九三，我们就是保留，那你们把握时间，赶快跟委员先沟通一下。无，你让先讲，不要紧啊。我们有先记啊。主席，你把我的所有案子都跟刘委员绑在一起，那我就跟他一样，下午再来审就好了。我早上不用来了。我的意思是说，请你尊重每个委员，我不想跟他绑在一起。我动我的，他要检列他的是他的，那他动了检列的，他要主张我们尊重他，他动的比我少。那你要尊重我。那个没有关系，我刚刚没有注意。所以刚才所有的案子都应该，我都不想跟他绑在一起啊，因为我要从早上九点就跟他做到晚上五点，陪他在这里审第二轮吗？这个案你的冻结数比较多哈，那就是以你的。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这些医疗器材，不管是国内的和国外的，不合格率都这么高？哈。那你说后来他们其实不合格率没那么高，已经有改善了，叫他们回去改善有改善。那我的意思是说，从医疗品质的提升来讲，你连初次的检验的不合格率也应该要假设要下降的，这样才对，他的品质才是有把关的。那想一个办法去做，这样就好了。对，我们会提供资料给您嘛。对，那所以我说我可以少动嘛。好，你其实冻结目的不是一千万，好不好？我拢连检列，你看全部的案子都没有检列案啊，为什么不检列？因为就是要叫伊做代志，该代志做好就好啊，并不是说我要一定要检列多少预算给公都门加分，公都门我来不管他加不加分嘛，一千二至少一层，一千二，一千二，好、哦、好。主席，那我刚才的案子也应该要处理啊，不应该把我跟刘建国委员绑在一起吧？我要陪他到下午吗？对，那个刚刚林委员的意见哈，我们会尊重。那你刚提的那个都有特别记下来。那他如果比你少的话，我们还是会以就是会按照你嘛，我们会以额度比较高的为主，所以你不用担心，好不好？好。那没有没有关系，都一样。那原则上保。哪里？还没到，还没到啦，嘿。要不会啦？对。不是，我们现在正要处理，嘿。好，来九十四跟九十五案，我们两个都同一个案子哈，我们一起处理。那九十四，等一下，九十四案黄秀芳委员是改组决议，那九十五案王委员的部分，你要跟可是，这是不一样的啊。你刚刚有同意说要改组决议，你现在又有要改吗？但是这里没有林淑芬委员的案子哦。
所以王委员，你这个是要维持？我有一个是 OA， 一个是收支并列。在那个项目不一样啊。一个风险，他们是药妆安全风险管理业务。这个议题其实都是有关于那个医疗器材，我们希望这个医疗器材制造厂的那个茶厂，对对对，就希望它的这个不合格率哦，就是它从这个10%增加到23.3%。那这个虽然你们事后有来说明，但是本席觉得除了主决议之外，这个应该还是要动。事实上，我的理由跟刚刚林淑芬委员讲的理由其实是很像的，是希望你们可以把医疗品质做得更好，所以这边就是还是要动结束1000了，好，就把它并到明星呢。对啊，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并93跟林淑芬委员，对，并到1200里面，还是我要另外再提？并在一起动1200万，好。1200，那就，主决议还是留着嘛，好。那95案哦，主决议留着好不好？那我们那个冻结1200万，那科目就是林淑芬那个科目，好，就并在一起处理。好，96案，96案也要，那你主决议还是这？就三个人并在动1200。我知道，这个不对。好，大象就并一起。啊，有没有指定科目？你要动你原来的，还是要动跟黄伟这样？就不指定科目啊。好，好。所以那也并96案也并进来哈。好，那97、98也都是那个都是会一样的问题。那这样，林淑芬委员，你的98案。有要跟他们这样一起并进来处理吗？他们都当就是变成在药妆，动1200万。没有没有，97、98是97是要减。现在刚刚还是大家跟进都并在你的1200万之下。刚刚是并到93案。93案。他现在是98案吗？对对，现在到98，因为他们但是其他委员的，就是。95、96，好 ，OK 啊，没关系，等一下你讲。我们的98跟前面不一样，就是说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像淘宝网里面的贩售这个违法的药品，好，那特别是我们知道以前违法药品大部分主要是在这个广播通路上面，对于中高龄的保健宣称疗效那种违法居多。那现在这个时代啊，大概已经变换到比较大的健康冲击是在网络上，然后是对于减肥啦哈，还有相关的减肥壮阳这一类的药品。那很多减肥药品甚至跟那个成分都会跟毒品会有类似的成分，好，那还有或者是禁用的西药成分，然后对年轻人的健康冲击比较大。可是淘宝网这种网络购物，然后网站是中国的，卖家可能也是中国的，然后他送货的方式是邮寄的，
小型邮包寄送的，所以已经不只是非法药品，包括毒品也是哦。虽然毒品不归卫福部管，可是我们包括环保署的非管制类的毒性化学物质的也是，毒性化学物质、毒品、非法的药物、违禁品哈、哦，那这些都是直接就到台湾的买家身上，然后没有办法可以管这件事情怎么办呢、啊？其实我只是担心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样的对策可以处理这样的事情。跟委员说明哈，在那个今年一到十月的话，我们做那个网络，特别是网络的一些监控哈，总共做了3000多次，然后查获的那个就是违规的广告的话是400多件，那疑似就是说它是非法的药品或医材的话，我们就会做后续的违禁药的处理。以上，违禁药怎么处理？就是移送，怎么处理？销毁。买家有责任吗？卖家是有责任的啊，卖家是外国的。对于这个产品的部分，我们会做化验嘛，检验它是没有检验出来是非法，那是也是销毁而已嘛。对，但是我们会提醒国人，网络上有贩卖这个，我知道，但又全世界难道对这种事情完全都没辙吗？它非法的药品，然后甚至是台湾也是一样，就毒品。环保署来讲，就是毒性化学物质管制类的，然后都在淘宝网里面买了以后直接用小邮包，海关也不能怎么样，那直接寄进来，寄到买家身上，然后再在制度面不用严厉吗？那管理面你只能是去接受检举，被动接受检举。那基本上检举的查获的量跟实际上真正在买卖的量其实差很多。你今天可以查到这几件，然后买家没有刑责，也没有责任买毒品呐、啊，或者是毒性化学物质，但买违禁药品的话，也没有不用付出代价，反正就顶多就是抓到销毁而已，也没有风险，买家也没有风险，卖家又是在躲在中国，那全世界对这种东西的管理的趋势，包括我国到底要不要？有没有什么样的政策需要严厉配套出来，好好的管一下这样子？是报告委员，其实我们跟海关之间都有合作的，尤其寄送的邮包的部分，邮包的部分那个海关那边都检查的非常的严格，尤其他所填列的内容寄过来，他没有啦，海关他送到我们这边来检验的量也很大，就是从海关那边送到。食药署来检验的量也非常的大，那个不是海关，就查缉非法药品也不是海关的主要责任。法制面有没有可以值得研议的？好好怎么管理这一块法律的漏洞的？因为新形态的通路的产生，虚拟网络购物的产生，虚拟通路的产生，然后有这种。漏洞啊，就是管理上的漏洞啊，不管怎么样它就是非常大的漏洞，而且它对年轻族群的健康冲击是相当大的。你说中高龄了，那个大概有限啦、啊、中高龄在那个 radio 上面的这个贩买卖药品，大概就是买卖健康食品，宣称疗效，假料冲击反而还没有这种违禁药品来的大呢。是我赞同委员的意见啊，对啊，要怎么处理？跟那个海关之间真的是必须要严厉。不过外国在法律面，海关真的是很配合我们的政策。没有，那也要有政策啊，那也要有政策出来。在外国在管理这一块，没有好的方法吗？只能土法炼钢吗？那你们的网络监控的人力？在淘宝网上面，其实在网络监控，我们去年已经查到100多件的不法药物了。那个是相对真正的实际的交易量是冰山一角啦，冰山一角啦。但是对我们委托的那个费用，我是说拿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有没有方法？你们都没有在想方法，难道还要我们帮你想吗？所以我想说，是不是你们好好的去想一些方法？你们去想方法。那我们在你方法想一个有没有更好的参考外国的，甚至要修改法令的，想出来前我们给你冻结一些钱，让你好好的去想一下，动脑筋一下，这样子目的只有在这里，所以是不是也是冻结十分之一啦？
十分之一，你们网络的监控，补助地方的那个补助地方非常低。哎，对，你们监控的费用非常低，你们中央自己120万，然后补助全台湾地方政府800万，还包含这个夜市通路的，还有这个店面通路的，还有这个电台通路的，所以涵盖进去网络只被稀释的更少，这个钱也很少，所以我们希望你编多一点啊。其实很多事情是你应该要做多一点啊，钱编多一点啊。解决这一些事情总是要有钱又有人，可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有钱又有人。这个为什么每一个部门都有这种事情？这种人力不够，是不是有些事情是地方政府应该主力要做，不好？地方政府要做，而在地方政府没有做，你们怎么样在政策补助上面计划型的引导，要求地方政府要列为重点去做？其实中央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扛起来，全部扛。地方政府要做，那你要手段，要萝卜，要棒子啊！对对，冻结十分之一，再加一个主决议，想一个方法，想一个方法来看怎么加强。二十分之一，好不好？二十分之一，你愿意想一个方法，我们都可以啦。二十分之一，好。好，所以林委员的是冻结二十分之一，然后加一个主决议。那江委员97案。我这边说明一下，刚刚前面我的96案是并到前面，应该是93吧？对，那97案其实我这边其实跟林淑芬委员一样，就是在这个科目下面药妆业务哦。其实食药署药妆组这边这个经费是办理化妆品广告的监控、安全管理等等计划。那基本上我们的化妆品卫生管理条例都有相关规定跟法则哦，但是。我们食药署对于这边的稽查，只是就各地方政府的这些化妆品违规广告来做稽查，而且很多在公布上面其实都不一致，有的只公布违规厂商的家属，有的只有公布厂商的商品名称或者一并公布，就是标准不一，所以让消费者没有办法实际了解详细稽查的结果。所以这边我认为你编了1.4亿，1.4亿多万的经费哦，但实际上在地方上，化妆品、药妆这些不实的广告，或是这些稽查不合格的情形，还是充斥在市面上。也就是说，我们实际编这些预算在稽查上面，根本没有达到一定的效果。所以我在这边这个案子哦，原本简列了，沟通之后200万。但是我在这边再动300万，然后呢，你们提出具体的改善方案之后再解冻。好，就是简列200万，动300万。对。好，那冻结的部分我们就跟科目自行调整，跟98案并冻结20分之一。哦，好。一起并。好，然后简列200单独吗？好，那我们99案，杨耀委员，有99案是简列50万，并97案处理。好，啊？对，97案已经减了200万，并这个50万。等一下，他的是委办费哦。可以并是不是？哎，好，好。好，不要并，不并，不并，你不要听他的啦。科目自行调整，3减50万。嘿，嘿，好，嘿，我喜欢安妮。嘿，不并，不并，减列50嘛，好，是。那个要哪一案并哪一案哈，就是我医师人员也会帮忙看着哈，你们自己不要乱喊。那个，好，我们你们都来一。100案，吴委员，这是主决议的部分哈、哦，是同意遵照办理。好，遵照办理，来100之1，黄秀芳委员，遵照办理，还100之2，洪慈庸委员的案子也遵照办理，也遵照办理。好，我们接下来哈、哦，中央健保署的部分要下午吗？那个主席，我刚刚有被那个删减的，我们就科目自行调整。好，谢谢。那个委员有同意吗？好好，同意哈。谢谢。
好，那个接下来我们处理中央健保署的部分哈，税入的部分，来101案黄秀芳委员是改主决议。好，102案杨耀委员的国外旅费改主决议。好好，共解共解。哎，书定。这个案改主决议哈，我是没有，我是已经答应你们了哈。可是我们有关分级医疗转诊的部分哈，我还是要跟你讲一下。就是说，站在健保署的立场哈，假如只是从调高或者是调降费用，就可以解决医学中心人满为患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安尼，书长大概马上走，好，听台湾嘛哈。这个，你们目前提出来的这个方案哈，是单纯从费用上的，调涨或者是调降，这样子的一个构想，被评为决策粗糙啊，方法错误。我再多加一句，深化医疗阶级啊。全部从钱来看，就是只会欺负收入比较低的人呐、啊，对不？你们这个有关健保费用的自行负担的部分的调整，什么时候会开始？啊，目前哈、哦、还要进入一个法制的一个程序哈、哦，然后假如说最快的话，可能到明年的二三月的时候才有可能。讨论到这边，那可能要慢一点哦。好、哦，而且你们要实施之前，可能要到委员会来做报告的。嗯，你们那个是只送备查，还是我们可以审查？理论上是我们当然会跟委员会报告，然后就是整个一个程序的时候，也是希望得到委员们的支持哦，这比较重要啊。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那现在就跟你讲啊，对，现在就跟你讲啊。台湾啊，台湾的医疗阶级已经够清楚了啊、嗯，不需要你健保署在火上加油啊。嗯、只从钱的部分来调整。书长，收入较好的人吼、喔，无差要300-500块啦。嗯哼，这个政策绝对欺负善假人的啦。嗯哼，好、喔，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吼、喔，把这个议题。个人的主张跟署长做一下报告，好啊，这个案，假如你们只是想到要调整费用，那本席一定不会同意。这是我们的所有的政策里面的一个策略而已、啊。无呢，但是无看到恁有其他的策略呢。东文，我们六大策略啊，嗯、六大策略无。其实委员讲起来，无出现了摆着时间，让伊来做专案报告啊。好、哦，我再拜托，招委排一下好了。好，哦、我在。好，那所以这个部分还是主决议哈。主决议哈。好，謝謝那我们103-105是同样科技发展工作的案子哈。对。我们一起讨论那个，请问委员有没有意见？因为这三案的话，报告主席哈，他们都是科技计划。那就是我们有跟各个委员有讨论过，所以我们希望委员能够同意我们并案哈，那3-150万，那并入各分支计划来减列数，那科目我们自行调整。减列150万，在103-105，王委员有提案。对，150嘛哈。好，三那个王委员的部分，3-150冻结100万，对，103。那其他委员有没有意见？委员跟母需要一定要三个嘎冻，王委员，三个嘎冻哦。好，其他两位也一样哈。好，那我们就合并。冻结103-105案冻结100万删除100万150万，好啊，又改变主意了。前两页吼，那是冻100年吼，他们到时候就会不要解冻了啦。
懂我的意思吗？没有，我们会一直珍惜每一分钱、啊懂我的意思啊。好、哦，那既然你们会珍惜，好、哦嗯，那我们就动一千呐、啊。你们，到时候送解冻案来嘛，意思一样嘛，一百你嘛爱送解冻嘛，一千你嘛爱送解冻嘛。OK， 对不？好，三一百五动一千。OK， 好。对，通常杨耀委员都还蛮好商量，这个他很坚持，所以我们要给他很尊重哈。我这条较贵啦，来动。那我们一百零三到一百零五冻结一千万，减列150万。好，好，一百零六跟到一百零一百零六，一百零七 C。还有109，一百零六到一百零八，还有一百零九呢？一百零九是吗？一百零七之一，一百零九。来106到108案。嗯哼，还有109，嗯，109，江委员要并进来的，好像是。对啊，要并吗？等一下，我们先看到108案，好不好？好。来，这个沟通过了吗？有。来，那个杨耀委员，你的是350。好。嗯哼。那跟杨委员跟王委员就是合并350，动100。嗯哼。那是一百零几。那请问洪委员跟吴委员的部分呢？前面零一。吴委员要动100。但是他在说的是哪一条？洪慈庸委员。107哦。刚刚是王立民的吗？是动好。好，那这样子我们全106到108案冻结100万，减列50万。嗯，好，好 ，OK， 那我们接下来处理109案，蒋万安委员，这业务费的部分，减列45万，科目自行调整，嘿，科目自行调整吗？好，哎，好，谢谢委员，哎，110案改主决议，陈曼丽委员改主决议，哈。好，跟111，这是一样的案子。还有到112/1，哦不，等一下，111，嘿。好，请问蒋委员跟杨委员，减列50，并案哈，好，那这两个并案减列50万，112到112/1，杨委员跟。蒋委员，嗯，好，减列60万，哎，减六十，好，啊，科目自行调整哦，科目自行调整、啊、，OK， 谢谢。那接下来是113案到114案，从，嗯，来，请问这是杨委员、洪委员跟蒋委员，还有陈怡明委员，我们是改100。科目自行调整，减100，减列100万，然后科目自行调整，好，委员有没有意见？好，这个是跟我讲好的哈，可是因为还有很多委员那个，所以不能这样子就结束哈，要问一下其他委员的意见哈。都有沟通过了。其他委员有没有？其他都没有意见吗？好啊。OK， 那就减列100，然后冻结500。什么叫冻结？没有冻500啦，没有冻500。好，那我们减100，减列100，冻结500。500没有啊。人家要不一样啊！一年，因为这个案哈，那么多委员都有提这个案，而且他的预算数不少啊，就表示这个你们编列的时候，
多数委员是有意见的。那原本当然我跟你们是讲好了减列一百，好，那因为太多人提案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再加冻结的部分，好，好不好？好，你某擦下啦，好不好？啊，其实委员，我是觉得，我当然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当时的一个案子，我是觉得说东仁，好了，我们中午，没关系，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先保留哈？我们中午12点半休息到下午2点半，让议事人员再准备好列印其他的资料。是啊，是这样，没错哈。好，你们利用这2个小时的时间好好沟通一下。好，我们现在休息到下午2点半继续开会。